懂球的人都看掘金，欢迎大家收看2020我们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的比赛。那么今天也非常开心呢，有请到我们的非常知名的教练啊，苏玲啊，苏老师，苏老师你好。哎，你好。那么今天比赛呢，是我们的这个杨帆呢，也是那个苏玲老师的爱徒啊，对阵的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戴勇。苏老师，您今天是怎么看这场比赛的？看点非常足啊。昨天呢，因为是师徒大战啊，我们看到那个戴勇也没有怎么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啊。今天呢，看赛前啊，刚刚我们细看啊，两个人准备啊都非常充分啊。对。但现在呢，就是说看戴勇今天啊能不能的上手的机会冲球是第一啊。大家知道，哎，杨帆的冲球呢，也是越打越好。对。但是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刚刚呢就是我和杨帆有些水土不服啊。啊。希望呢，我在这里希望就是这点小问题不要影响杨帆的比赛啊。对对对。而上半场刚好是20盘球，能尽快的在20盘球之内把自己状态打出来是最好的。对对对，80后啊，一个70后、80后两代天王啊，曾经呢都统治这个台坛啊。对，今天这个比赛非常有看点啊。从情怀上，我很期待戴勇有很好的那个发挥，没错。但是呢，内心呢也希望自己的徒弟杨帆取得一场胜利啊。对对对。因为这场比赛呢，我们看数据来讲，杨帆呢必须得赢才有晋级的可能、啊、对，两个人目前都赢一场球、对对对，戴勇呢是现在呢整体的这个分数不是太好，对，这场打起来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嗯，所以这场球两个人都应该是积极的，一个70后的代表，一个80后代表，看看是哪家强嘛啊。对，嗯，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能听到啊，苏玲苏老师这边给出了一个大概预测，也是说很期待或者说很期望自己的爱徒能够发挥得比较好，然后呢不要受一个身体的水土原因这边的影响。同时我觉得就刚才那个苏玲，我们这边平时也称他三哥嘛，三哥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很希望那个戴勇这边作为一位70后老将去有一个好的发挥，我是感同身受的、从心里边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倾向于说戴勇能够发挥得好一点。对，好，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把这个画面再转回到现场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球员之间的一个练球情况。好，我们看精彩的比赛啊。
中式九球开山之作，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第二季，懂球的人都看掘金。掘金倒计时，三、二、一，开始。各个直播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懂球的人都看掘金，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的赛场，一起欣赏掘金第二季精彩对决。本周第二场，一代天王戴勇、光头王者杨帆为大家带来精彩掘金。掘金第二季每场比赛打满50局，上半场20局，下半场30局将在晚上7点开始。比赛计算总得分，得分多的一方获胜。大金得6分，小金得4分，普胜得2分。累计3次犯规，对方得3分。如出现平分，加赛1局。在两轮单循环和决赛外，人气复活机制仍将由球迷支持率直接决定球员是否有机会获得晋级资格。人气复活投票通道设置在掘金官方订阅号台球圈有料，提醒各位球迷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记得一定关注台球圈有料订阅号，每天为你支持的球星投票打卡。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有请掘金美女裁判员韩新瑞入场。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球员出场。首先出场的掘金王者是中式台球殿堂级人物，他的名字代表了一代人的台球情怀。20余载职业生涯，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更诠释了对台球永不磨灭的热爱。他就是一代天王戴勇。接下来出场的掘金王者是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2连冠得主，中式台球世锦赛冠军，乔氏台球赛事11冠纪录保持者，光头王者杨帆。懂球的人都看掘金，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第二季，戴勇对杨帆正式开战。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戴勇获得开球选择权。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比赛啊。左边呢是这个红色衣服戴勇，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右边呢是来自于辽宁的杨帆。我相信啊，苏老师对于这个杨帆这位球员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对，这个是从小带到大的嘛。嗯。其实呢，对戴勇也是非常熟悉。嗯。因为我们是同一代的球员啊。嗯。啊，他在我们那个年代呢，中式肯定也是、打得非常好。啊，对两位球员都是非常熟悉啊，两位的特长啊，在赛场上的表现呢、啊，嗯，而且呢，我注意一个啊，你看，就他们除这个绰号、天王的绰号，天王，都是在不同年代，他俩是唯一出来的，对，绰号哈、啊，一代天王，光头天王，对对对，那绰号也不是说浪得虚名，就是随便起的，肯定这个天王是有成绩啊，对吧？概括一个时代啊，嗯。所以说呢，懂球的人都看掘金呢，在这场呢，我们希望啊，大家看看这个内涵啊，看看对，看看门道。两人对本场的比赛呢，这个胜负啊，其实看的也会很重的。嗯。两个人呢，成绩现在都不是太理想。对。啊，一场胜利呢，对以后的比赛呢非常关键啊。哎，运气不错啊，二号进了。是啊，正常应该右下底带啊，但是。现在又上了啊，但是球形开的基本上还可以啊。嗯，上来投一杆两杆啊，看看两个人谁能最早的先进入状态啊。
你看昨天像楚炳杰和戴勇啊，上来第一盘球呢，两个人各有一个简单的失误啊。啊，之后啊，两个人就是越打越好啊，尤其是楚炳杰，那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嗯，打得太好了。昨天刚好呢，我在家里这边也是有去看了一场这个比赛，确实射速大战呢，包括目前也非常热门的一位这个楚炳杰，很有看点啊。对， 对， 对，看的过程中刚好也听到你跟李平你们俩在聊一些话题，包括宁颖这边在说啊，打到一个四连摸了，然后这边呢也有去啊，李平说到一个20分钟但有没有上场啊，那我在想，那这个楚炳杰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是吧？对呀、啊，20分钟4个大金1个小金啊，那就是说啊、和4分钟一盘啊，嗯，4分钟一盘。其中我们还有一个裁判正常摆球的时间，是吧？对对对。所以说这表现肯定是特别好，而且中间有看到他的发挥，感觉炸完球之后有些难度球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像练球的那种感觉一样，打起来很流畅。昨天第一呢是现在呢楚炳杰的成绩啊。战绩啊，这几轮的战绩非常好、这样呢给他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二呢在老师面前啊打球可能也要是像我昨天讲的是交作业啊，对，证明一下、哎、证明一下我自己啊哈、打得怎么样啊，昨天打的这个作业啊感觉是满分啊，满分。有时候我们总喜欢用一句话来说，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怎么让别人去认可你或者看到你，那好，我们两个在一起在交流的时候，嗯，你把你的能量去发挥出来，对对吧？对 对， 对。那么就是说，从你小的时候，你可能刚会拿球杆，我就陪你一起打球了，一直慢慢的看你会用中杆、低杆，到后面打出成绩等等，对吧？嗯。那到这环节了，你现在已经巅峰了啊！对，这个时候再去证明一下。对 对， 对，证明的同时呢，咱说实话，像我们都是选手，像这种情况，虽然是戴勇的现在状态不太好，嗯，但是说他在场下。还能看到楚炳杰不足的一面，对对吧？对对、这当教练当老师能看到，对对对，哎，你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习惯就像戴勇这个成绩的选手呢，他会看到很多啊，嗯，这样呢，楚炳杰，你既然说打得特别的好，老师很满意，也会找出你的不足，嗯、对， 对，对你楚炳杰以后的进步呢，空间还是有非常有好处。没错没错，偶尔都会进行一些复盘，嗯，是吧？嗯、有一颗球，你的处理是否合理？对，你如果这样打，是不是更好？对吧？对，就经常会有这种，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老师和教练真的是平时，去给到一个学生啊学员的帮助。嗯嗯。你看我们上来啊，看啊头一杆啊，嗯，两个人的走位啊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失误啊。戴勇先是一个走位3号啊，自己给自己做上了。对。回头呢，杨帆也是一个走位啊。嗯。说明两个人现在暂时还都没进入状态啊。对。对台泥的顺滑程度啊，嗯，顺逆毛啊，行走的速度、啊、要有一段时期的这个来熟悉啊。嗯，适应的过程。嗯。那就是在上半场20盘球呢，就是看谁啊先能够。嗯，尽早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啊，那谁会占据上风啊？对。薄了一点点。哎，哎呦，这个球，确实啊，头一盘这个还是热身的一个阶段啊。第一局杨帆胜比分。你看这个九号球啊，嗯，可能是刚刚打啊，台泥都运的非常滑、嗯，打到那个保点了。要是打到不用多10盘以后、嗯，他打到这个保点是对的，这个点就可以进了，哎、就有一个顺逆毛的效应，那就会进的。对对对，这下我们都知道啊。对，其实这球不是打薄了，只是说台泥润的很顺的时候、嗯，你这点是稍稍有些薄了。其实经验是没问题的，想法是肯定是对的。你看，是，你看顺逆毛的摩擦一点没体现出来。对对。或者打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台泥会稍微有点脏，或者毛上也不是特别的规整整齐。对对对，这个时候包括球上面沾点这个翘粉末啊，对吧？它会比较接近于就平时我们在球房练球的那种感觉。对对，这样呢，我和张督导在这里呢，给台球爱好者啊科普一下啊，这个球，对，不是说你点打的不准没有进啊，而是说这个台泥毛的顺应效果啊，什么时候什么效果，应该打哪个点啊？我们常说呢。
其实在有角度的情况下，嗯，目标球的进球点，嗯，通过你力度不同的变化，有很多进球点，对，而不是一个啊。对，希望大家能够科普掌握一下。嗯，嗯，杨帆这个点炸的还可以啊，但是力度有些大，一号没控制住。手架这可能黑八这还有点小影响啊，而且大角度的球啊，你看我估计这个球要不进也会打薄啊，嗯，哎呀非常准啊，嗯，发力去打白球，以裤脚没问题，三号很难处理啊，看看是留翻带进没进圆角啊，没有，还是将将到圆角附近啊，嗯，这个位置。哎呦，真敢去找啊！真敢去找，这个球可真是敢打。他是上来也是要熟悉熟悉嘛，嗯，自己对库边的掌握啊，来熟悉熟悉。啊，发发力啊，找找手感，嗯。对，两个人的经验啊，肯定是都没问题了。对，两个人的都在鼎盛时候的冠军都拿到手软啊。嗯，所以两个人的经验呢，这个不用质疑啊，而且说心理素质都是非常好。对，就是看谁啊，提前的能够进入状态。嗯。哎呦，我这方向感觉有点担心打后了，但还是好，力量。其实他俩在赛场上也是有很多情怀的啊。嗯。因为杨帆在你看八零后的代表，他在进入他统治的时候的他的过渡期啊，比赛的赛场，他的前面的一座山就是戴勇。对，因为我记得在戴勇打得很好的时候，杨帆在往上成绩走的时候，嗯，有很多的比赛都是在关键时刻输的戴勇。对啊，这样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突破的 啊，现在呢可能是说成绩啊或者是状态啊，可能稍稍好于戴勇一些啊。第二局戴勇胜，比分4-2。确实啊，一个球员或者两位比较伟大的球员，在这个正常成长的过程里边，会有很多次碰面和交手的机会，嗯嗯，尤其是在年龄上有一定的这种差距，比如说差10年，或者是差7-8年这种，他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你前面碰到是一位，后面你刚好又碰到另一位。对对，前后夹击啊。我觉得可能那个苏老师这边我们很了解，或者说知道，就是斯诺克里边像这种怀特，嗯嗯，生不逢时，开始的时候他也挺好，但是碰到了戴维斯，嗯，后面等他要好一点的时候，又出来亨德利，又出来亨德利，再后面再好一点点，但是已经有点要收尾的意思了。好，萨里文又出来了，中间还有我们还没有说希金斯，对，这个也很典型，对对对对，对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怀特真是世界上斯诺克伟大的球员之一啊，对，而且他的人气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啊。对。第三局戴勇开球，有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伟大的球员想打的这个成绩非常好，然后把自己达到一定的这个事业的巅峰，中间要碰很多同样很强的对手。嗯嗯。哎，我们看到戴勇开球啊，嗯，也找到了这个铁球的进球点啊，而且点位开得很好，嗯，白球其实开始还不错，嗯，对，这白球是这是运气啊，嗯，有尝试翻带避过四号白球。我一看到戴勇这个翻带，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心里特别有数哈，啊，是强项就是强项啊，这个别人在这方面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我打起来就很有谱。嗯，二走四啊，嗯，有些难度，走底带的这六号位置有些小尴尬啊，是不是要走中带啊？哟，嗯，昨天也出现一回刺杆啊，昨天大勇也出现一回刺杆。这个现象其实用九球杆球员身上还真不太多见。嗯，这定位在看啊，这个点打的确实啊。稳稳的解到，位置过去，嗯，还可以啊。
这个四号先打底带，只有推杆了吧？嗯，推杆啊，白球四库甲。哎呦，够薄嘛！哎，差点有小意外啊！啊，戴勇这个时候可能啊选择还挺多的，有可能还会选择翻带啊。中带的角度太小了啊！对，不好打。嗯，太难了，是连攻带守啊。对，估计呢也给对手留一个非常难打的库边球。好，这杆球呢可以充分的来熟悉熟悉啊，今天的实验球基本功怎么样？嗯，尝试尝试啊。哎呦，其实现在杨帆吧，给大家透露小秘密，他的准度现在在练习的时候也非常好。对，在有状态的时候啊，他现在的状态其实来讲啊。如果要是发挥出来的状态非常好，大家可能每一场都看掘金的情况下，可能是有没有注意他跟吴镇宇那一场啊？我注意了，那场打得特别好，真好啊，特别好。所以说呢，杨帆呢就是说在有状态的时候啊，现在的球技呢真的是不可忽视啊。他是一个对于球的理解包括自己的这个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一个球员。对对对对，我那天打完之后，我还在一些这个朋友圈或者短视频平台上去表现自己，或者是表露自己的看法。我感觉，哎，是不是2015-2016年的杨帆回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好，一杆直线球的准度啊，4-4，又得到一个补上。包括他在一些小范围去收力控制白球，嗯，这个过程里面就做得特别细致的，嗯，也在检查，非常有经验，看看皮头是不是有问题啊。实在不行，那个用比如说砂纸啊，或者是错板的，稍稍处理一下也可以。对，像他们这些选手，其实呢都有备用的一个前肢。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换啊。嗯。目前这个常用的打杆的皮头肯定是最适应的。对对对对。第四局，杨帆开球。来看看杨帆的冲球局，点位薄了一点啊，这个明显的是偏左了一些啊。对，但是还好有进球啊。他这个点薄了，你看铁球是能进，但是一号都控制的方向不好了，对，方向包括你看白球也是一个道理，对对对吧？台一库力量小，准度没毛病，准度没问题啊。哎，刚还能看着一个小包边，但是这个方向有点危险。对，杨帆在想看怎样做来做防守吧。嗯，能不能夹头？哎，还行。嗯，撞一下酒。这样呢，这个角度啊，其实很便于走三号。嗯。但是白球不要贴库就可以，两库上来，一库，一库上来，哎呦，感觉又有点吃干的感觉啊。就是他可能有点心里面老会惦记这个事儿。对对对对。而且刚才白球还有点靠库边，啊，一出杆一下。心里边有点想法，还好啊。那么这几颗球啊，应该是没问题了。嗯。现在呢，看这几盘球，两个人状态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啊。但是不那么太理想呢，有的球友会看啊不好看，没有昨天那么好看。其实呢，
大家会要细想一下，两个人都在自己的水平没有发挥出来60-70%的时候，两个人的怎么样去调整啊？这也是打台球的一个学习之处啊。对，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去在内心去尝试一下，体验一下。现在我是杨帆，我是戴勇，在场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其实他们内心会很着急的。哎，很想把自己的球打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只能慢慢的调整、啊、这个过程的啊。哎，这个过程呢，也相信啊，也希望所有的台球爱好者啊，在看的时候，把自己呢身临其境啊，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台选手现在在场上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模拟一下当时的一个状态跟心态，对吧？对对对，这样对你们的球技呢也会有所提高啊。没错啊。而且我感觉那个从目前的这种进攻的状态上，杨帆要好一点点。嗯嗯。戴勇这边我估计是可能还要稍微有一点点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跳杆啊，那个滑杆的那一杆，皮头可能心里边会有点小想法。对对对。嗯、啊，杨帆那也是在自己调整啊，不知道他现在的这个、这个肚子啊，这个怎么样啊？身体如果如果要是有啊，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也需要调整，对对吧？对，因为你出门生命不是理由，对，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没错，对吧？没错没错、所以说呢，通过这些细微的这个细节啊，两个人在场上能够这么淡定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没错，你像那个在前面我跟李平一起在解说的时候，就偶尔有说到个别球员的时候，就会说一些环节，就是。小口的慢慢的喝水，尽量不要大口的喝、不然的话每一场比赛里面技术暂停会叫的比较多、这个对于自己其实也是有影响。对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要是经常打球的朋友啊，或者是经常有对抗或者有参加比赛的一些球友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这么感触，都有状态好和不好的时候。对，你不好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像现在啊在场上的两位天王这么淡定啊，这么没错，哎，这样这也是一个学习的一方面的啊。然后怎么样去调整是吧，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这个是特别关键。固然呢是观众喜欢台球的朋友呢都喜欢看昨天啊，像楚敏杰那样，那个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那个肯定的啊。但是，犯规。这现在呢，两个人状态，这些防守啊，怎么去解球啊，这些环节啊，也是非常好看的。好看的，真正投入到里边去看，觉得特别有意思。对。然后再客观的说一下，其实像某些正常有来回的这种过程，才是。最常见的比赛，对对对，总青台这种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对，或者是赶上了今天炸球特别好，对，我们常说的有内容啊，就是在这儿啊。像昨天楚敏杰那样淋漓尽致的发挥啊，大家看的肯定是很过瘾啊，大家但是大家也会回头想想，就奥沙里文也有打得不好的时候，没错啊，不能杆杆咬死鸡。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广大的台球爱好者能够理解理解啊，场上的选手此时的处境啊。有想法对吧？西库带白球啊，对，带白球走，白球的位置走多好啊。又是一颗边球啊！哎，能不能再突破一杆啊？是吧？前面那个打得不错，那个打得不错，应该这个球啊，给我的感觉、应该也差不多啊。薄了一点。哟，七号给打到这个位置，现在青台有难度了啊。不要想滑杆的事儿。对。看该怎么打怎么打是吧？这个球走六，还支持一个 K 七的想法，是吧？有的想法啊，杆低了。哎，这球好像保打也有 K 七的线路。
看看这个球是直接高杆推两库啊，还是直接蹬啊？嗯。哇！您这感觉，这个它的一个目标球的速度就不够啊，是目标球速度不够。昨天我很清晰的有一颗这个球啊，出米宁打啊，嗯，就是用的蹬杆啊，嗯。然后我过后呢，我就问他，我那颗球。你为什么不选择高杆两库？刚刚这球是很像的。对，你刚刚高杆两库会走八号走得很细。对，他就说啊，因为我怕打高杆两库，当时这个台泥的情况，嗯，目标球会跑不起来啊，速度不够。哎，你看刚刚戴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是吧？所以说，就从这些方面呢，也感觉到啊，现在苏炳杰对这个我们中式这个台泥什么时候的。这个怎么去打？用什么样力量？什么样旋转？非常配合的非常好啊！哎，白球。第五局杨帆胜，比分8-5。这些职业的顶尖球员在打到一定状况之下，确实是会做一些临时的调整，嗯，然后用自己感觉，哎，当时我打这种杆法最有把握。对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刚刚戴勇这颗球呢，我也会选择这么去打，嗯，但是昨天通过啊跟楚炳杰那么一想啊，一聊，我感觉他说这个就比较有道理啊。嗯，对，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台泥嘛，台泥那个目标球走不顺，嗯，它就容易会产生夹带呀，嗯，或台泥的顺地膜的摩擦呀，嗯，导致它不好进啊，效果就不会很理想。嗯嗯嗯，尤其像我和张指导啊，但是我们也是打台球的人啊，啊，这样可能谈不上是选手了，但是我们可以去告诉你怎么打更好一点。嗯，但是我们是懂球的人，对，我们再看掘金啊，对。你看，现在我们注意看，人家楚炳杰现在打出来目标球的球速啊，嗯，都是相当快的，对，很少有滚动进带，嗯，这个就是他能从美式转到中式啊，能够把这个观点转变，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对对对，而且那个通过前面这个，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号台球圈儿料里边的一些。国外球星的预测啊，梅林啊，嗯，等等这些，甚至张荣林啊，嗯，对于咱们国内球员的这个，哪场比赛里边，比如看好杨帆，嗯，或者看好楚炳杰，嗯，然后为什么看好？嗯，就这个话说的感觉就很有道理。就是杨帆他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嗯，然后楚炳杰的特点在哪里？真的是分析两个人，感觉就是能力很强。对。这球其实刚才已经很像了，也像，但是我感觉还是跟球速有关系啊。嗯，球速走的还是不够，目标球的球速还是不够。克拉克白球绕上来，嗯，力度用好啊，做二号左上方顶带，哎呦大，绕三库四库啊，上来再说。啊，这个确实线路力量不太好掌控啊。嗯，虽然是不像昨天那么精彩啊，但两个人能看出来非常投入啊。对，嗯，这比赛非常投，非常真实啊。你看，都是一个连攻在手啊，非常投入啊。因为白球一直没有调到一个特别舒服的进攻的一个位置啊。嗯，中低杆拉回来。你看这种球，现在对于杨帆，嗯，来打啊，我一点也不担心啊，很有把握，很有把握。不错啊，角度支持向上走。来走中带。这个力道，哎呀，控制不是很好啊。不过没关系，应该还可以去再准备绕台，对，可以绕台啊。一库、两库、三库啊，力量合适啊。小。
第六局杨帆胜，比分基本球准度还是没有问题，打起来很放心啊。比分还是在焦灼啊，现在没有大的突破啊，对，也还没有金呢、啊、所以说两个人在打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小心啊，小心谨慎啊。说不好谁一下就爆发出来了，来一个连摸了，是吧？两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有，那两个人绝对有，绝对有，都打过一些连摸三呀、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吃一个小金，再连摸三、连摸二的。而且这两位选手啊，就是说在每个人的鼎盛的时候啊，鼎盛时期啊，给我的感觉啊，都有那种特殊的小宇宙啊。对，他俩都有啊，就一下就爆发了，都有啊。啊，所以说呢，两个人之间也互相了解啊，都在我拿着你，你拿着我，哎，你别爆发，我也别爆发，再慢慢慢慢的在这个体验啊，先磨一磨，控制控制、嗯、啊，都知道对方的实力啊，不容小视啊。对，第七局杨帆开球，咦，哇，这个底带球，还是点炸的啊，不是那么的。偏左太多、啊、偏太多了，偏左太多了，还好是其他球也撞进去了啊。其实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杨帆是被动的，因为有一号有金啊。对，嗯，你看现在啊，戴勇就有金了啊。嗯，而且我一直觉得杨帆是一个球商特别高的球员，嗯，就是他很知道该在比赛里什么情况下去怎么去做。对对，他对这方面的就是细节研究也特别多。对，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后面如果杨帆再有好的开球机会，是不是要在这个炸的位置上？比如现在我们画面，它是炸的有点靠右，在它方向是靠左啊，在炸的我们这些在画面是有点靠右了，能不能改一改？来调整调整啊，我们会注意看啊。对，也希望观众啊来注意注意杨帆啊在赛场临时改变冲球啊，对，看看这种运动员的在场上的调节能力啊。嗯，嗯，需要跳球了。一般都是啊，比如说我在哪儿出问题了、嗯、马上就得改，对，要不然的话，对对对，不能老去在一个地方老吃亏，是吧？对，哟，把这跳开，这是直接跳到库边上了，是吧？对，这是力量上，如果说就是这个力量啊，那么他的这个后手抬高的这个抛物线一定要再够。嗯，现在的说明啊，其实刚刚这跳球的位置，我个人感觉已经非常理想，嗯、很好。对，嗯。但是能控制的这样、啊，说明现在他也还是不在状态。对。那大勇有一个比较提前的想法啊。没有办法了，可能是底带啊，一定杆啊。嗯。白球在五号的原位就可以了啊，不能抢球了。还是想敲一下，对，想顶七啊，还是想去顶一下。嗯，这个线路啊，解球都有很困难啊。嗯，一库解到目标球的位置还可以啊。嗯，好像形成反调了。其实，在每一场比赛啊，我们原先有这个体验。要真的上来有一个滑杆，对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老会去惦记这个事儿、嗯，尤其是打同样的杆法。对对对，白球靠库、嗯、啊，一到这两个点的时候，就老会想一下。嗯，这也应了那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确实是啊。每逢到那种情况下，这个翘粉恨不得擦特别多。对对对对，调过来了啊，没问题。嗯，
第七局，8-10，比分8-10。看看比分还是在紧紧的咬住啊。对。嗯，我看犯规得分啊，杨怀已经是四分。是杨怀这边给了四个犯规得分了，这说实话有点意外啊，没想到啊，这前面没有打几盘球。你看戴勇不住在看自己的皮头啊，对，心里有阴影。其实这种情况下，如果啊戴勇的这个一上来竞技状态特别好。那么这四个犯规其实已经可以让戴勇前面拉开一些分数了。对对对对对，而且就证明戴勇其实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两个人可能都在一个慢热的过程里。对，两个人在现在已经是6盘了吧？第八局，6盘7盘了，应该是，好像是第7盘，我要是没看错的话。7盘当中两个人没有进，其实对于两个人的水平是不正常的啊。今天比如说一个是上来可能是这个球形不配合，另外一个就是状态不好。对，两个人都有一些原因嘛，就是看球的人都说啊，这打的是什么啊。其实一呢，戴勇是昨天啊已经被自己的徒弟啊，可以说是一顿狂逆啊。这个是没办法，昨天那个确实出品杰发挥太好了。哎，戴勇呢也没有说很多上手去打球的机会啊，他其实手感也没有找上来。其实我们其实作为老师或者教练来说，从某个角度就是特别希望说自己的学生能够。比自己要优秀很多。对，其实昨天出米的那个发挥啊，戴勇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对，说着说着金要来了啊，来了，5、6、7、8、9 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嗯，6号的角度也正合适啊，推杆上来就可以啊。7号呢，尽量叫右下方的底带啊，尽量叫直。嗯。稍稍有些向左的角度啊，蹬一库起来，哦，推下来啊，很好啊，低杆一带住，9号，又是推杆同带吗？哦，是这个角度。本场的第一个大金啊出现了，将比分反超。第八局，说了说就来了，比分14-10。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你上来其实这个黄金还真的是啊，很有想法的一个。对，难度也很大呀、啊。其实不好打，虽然我们能看到其实打有点薄，但是他还刚好是接到了一个带手附近就发球的力。接了一下。大金这种就是落后啊，8分一下子变14了，这样呢对戴勇的信心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对，好的啊，哎，运气，哎，这白球如果不要被七咬住就更好了。点扎的啊，找到了啊，找到这个位置，看看影响不影响架杆出杆啊？这个球很，你看很微妙啊。对，还挡住了一部分啊，还好是戴勇是一个特别喜欢用赛的人，特别喜欢用旋转的人，所以他瞄这种球基本上就是往左或者往右这样的。
看看二号。好球啊，好球。这两杆啊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对，不好打。球形开放啊，推杆右塞上来做右侧的中带，没问题啊。看看是吃两库还是一库推塞啊，上来推塞上来，力量有些小啊，这感觉上出去就轻了，对对，有点啊。其实本身想叫六号同带啊，看看啊，关键时刻底带两个细心球啊，应该这球没问题啊。好的，角度调过来，高杆推一库下来。这是我们刚刚我和张指导说的，不一定哪个选手突然间爆发，你看对联盟二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有这个能力啊，有球的人，可能前面状态不好，但是打一会儿手感上来了。对对对，这戴勇呢率先啊爆发。看看杨帆啊，接下来的上半场的十一番球啊，能不能第九尽快啊找到状态，对，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谢谢。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哎，你打得好的时候，我可能也要好；但你打不好，我可能也不好。对对对。连续两个大进啊！大进连摸二啊，手感慢慢要好起来了啊！看能够打多少盘，能够一直摸下去的话，有没有可能去比如说打个连摸四、连摸五这种？其实摸四、摸五对于他俩都是这方面应该是都有这个实力的，对，看看冲球冲的如何？都是创造过奇迹的选手啊！对。第十局，戴勇开球。哎，我不知道，像这到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有什么倾向性啊，就希望谁能连摸啊。对，哎，感觉那个好看啊。要看一下，比如说正常，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前面有阿巴拉江打一个连摸七，看谁能突破。对，希望别人能够有一个新的成绩出来啊。开球没有做好啊，说到哪儿啊，说哪壶不壶提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开球哎呀位置不好，杨帆没打进呢。哟，这个力量坐上了。但是戴勇的跳球啊，这跳球这方面肯定要是非常好，但是跳进好走三号位应该是没有方向，对，刚好是外球向上的啊。哎，可以打到一个薄边，应该啊顺势呢打到一个薄边，白球呢两库三库啊，做到开球区右侧的附近来做个防守啊。其实他们俩打中盘应该是特别好看。两个人都非常有球商啊。对，犯规。哎呦，这球想下这个赛啊，给二号勾过去，白球停在这个位置啊，有想法。自由球。二三四，应该没问题啊。我们来看，哎，后斯诺，这个又出问题了啊，走位不好走了。那么现在三走四就是问题了，四走五也是问题，又形成了非常难的青台啊。
这个角度是高杆一库啊，还是中低杆左塞啊，三库四库来叫小面，看看杨帆怎么做选择。高杆一库，白球的位置，这角度很关键啊。不好打，非常直啊。对，非常不好打。准啊，准啊！这个立杆尾难打呀，那打的非常有经验啊。对，白球停在这个位置，你看这个五号这个网带这个速度，如果要是不进，不进也是带脚。哎，对，这是我为什么说他有经验啊？这个力，你看大不大小不小，磕到桌角啪啪两下，哎，到底库啊。是的，非常有经验啊。不进你也不好打，对，停到球台中央了。嗯嗯嗯。第十局，戴永生比分22-11，谢谢。不能让他扩大比分啊！现在上半场打了11盘，这边上方现在是戴永稍微好一点，两个大机，差了11分啊！杨帆的加油啊！上半场别把比分拉开啊！你看分数正好两个大机呢，12分。而这边关键是这个犯规得分杨帆给的有点多啊。对对对，你看我们看普胜率还是杨帆高呀。对，第十一局，戴永开球。哎，四号过去，完了！哎呦，这个球，这个运气啊，真是巧了！你这个球，你看三号也踢过来了，本来没事情对吧？三号撞过来了。要不这个绝对是大进了。是啊，这一推刚好。真难受啊，这颗球解球都不好解。对啊，你贴着扣下低杆这种解，避过四，它跟我们常见的那种平行塞入还不一样，它属于倾斜了一点，咬住更多的位置。对，而且你看这个球解不着，人家对方啊，杨帆还有小心，是啊，一上手，还有拿黄一一轻轻刮一下四，对吧？用二号这边再来过渡。而且关键他没法从二号那吃两脚解，对对对，然后正常从上方左边的顶库直接反塞解，四在这儿也难受，太难了太难了，这球看看啊，看看一代天王戴勇啊会有什么一个好的想法啊，就是多库或者是有一个，我现在是在看，是没有看出来线路啊，没有看到线路，比如说他在观察啊，现在我是没有看到，哎找到啊，他在两个底下这条线，对，高杆啊，啊，吃到右侧的中带边偏上方一点啊，下来去来走79的这个缝隙啊，对，哇，来了，哎哎呦，哇，好像啊，真的，这个线路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这绝对是有球了，对吧？大勇也笑了，其实很满意的，这球已经解得非常像了。大家都在说什么勾拉弹跳啊，但确实到你打的时候能打成这个样子吗？是吧？这很关键，脑子里绝对还是有东西啊，没有问题。一杆啊，打个小心的机会啊，三号啊，这个做球非常有学问啊，要到五号的下方，很难。
盘呢，看看力度的控制，一定不能小。好像是应该可以啊，可以，嗯，漂亮啊，正合适。摇桃感觉有些略直啊，往上蹬，就不会说下一杆不会叫的很好。对，他想角度再大一些，对，四号近一点啊。你看这蹬的小一些，需要准度啊。后边九号会不会影响下杆？嗯，会影响啊，这就不好打啊，立杆。哦，喂，漂亮哈哈，这个拿捏啊，这个力量掌控，我们拿捏的这个是我们常讲是尿与不尿之间啊，就这个，就刚才开始我也跟你聊，在聊，我说、嗯、我说杨帆在于这种小力度控制白球的这种情况下，太好了，嗯，其实这个比正常你发大力打要难难太多了，对，而且跟你用那种轻推的劲儿来比也难特别多，对。白球，嗯，没问题啊，角度非常合适，低杆拉回来，嗯，它是属于说你个人要对这个低杆的理解，包括力量掌控特别得心应手，对，才能让白球走得很小，对对对，嗯，而且白球还能停住啊，哎、这个难。好的，这杆精彩的一个小金啊，嗯，16-12，嗯，杨帆也在观察这个球速啊，对，谢谢。感觉跟自己想的走位啊有些不一样，嗯，也在努力的积极找自己状态，对。啊，已经搭两个大军了，我先来一个小的，嗯，啊，回头我再开球。前面可能六七盘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技术状态慢啊，嗯，啊，后面这几盘还可以，对啊，嗯，开始了，两个开始进了啊，对，第十二局杨帆开球，嗯，白球总是偏的太多啊，是。一会儿20番之后，那个苏老师这边下去，嗯、杨帆，估计你可俩肯定是要交流一下了。就是炸的有点偏啊，第一个球，冲不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嗯。这样的话就是会感觉他是比较难受啊，嗯，你本来是应该一个敞开的去进攻的一个这种局面是吧，对，一下子因为自己没有去炸好位置，导致上来就要选择可能防守居多，对，这个就很不好，这样你没有连贯性啊，对，本身的杨帆就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对对对对对，他是一个越打越热那种选手，是的，总是让比如说防守不让自己打，这个就很别扭。看看这一杆怎么来做防守。哦，很巧妙啊。嗯。勾到黄衣没有问题。看看戴勇啊，怎么来做反调啊？黑八呢会有一点小影响啊，它会影响你一部分勾上去的范围。你看他在考虑啊，大家有的是那个朋友问这么简单的球一勾就可以，大家想啊，勾完的效果啊，对，不能最好、嗯、不能留机会，对，你看和控制力度啊，明显是啊，白球要往上跑啊，是的，啊，解到了啊，随手一截解到了，但是你要漏机会呢，有黄衣在是吧，嗯，小金了。两个人就是斗智斗勇，对，
中袋啊，漏球了，漏球了。二三五七，哎，很好连接啊。嗯。白球没问题，有一有金呐、啊，又是一个小金。哎，这个杆法的，尤其在减速这个环节控制，反正我跟李平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就对于各种球员，每一位打咱们这个掘金的都有些小的特点总结。嗯嗯，杨帆就属于。在杆法的收力控制方面上是目前我看到是最好的，这一点就是他比朱准杰做的还要好，但是这个球收力有点收的多了啊这个有点非常难受啊。这个真难控啊，这低杆能不能带住啊，角度有些太大了。对，你看不行了不行了，力量不够。嗯，跑球台了，线路啊选择没问题啊，是不要急躁啊，因为这两杆呢一这么打，杨帆的那个心里啊会非常的急躁啊，是打不出来自己的球会非常急躁，但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啊，对，一定要克制住自己，打的还是稍稍有些厚啊。中远台戴勇的稳定性没问题，白球上来力量刚好啊，一点九号右侧中袋。这杯杆其实都很久没看到过了，就戴勇在比赛上场。对，第十二局戴勇胜，比分24-16。其实我们像老一代的球员都会啊，对，都会，但是在实战当中也不敢用啊，就是总担心他会出现问题啊，眼睛会有误差吧。对，那戴勇应该就是用的比较多了。你看，还有一些像这个斯诺克里马克威廉姆斯那个掏杆，对，他在手里掏过去啊，嗯，都是一绝啊。对，这证明平时在俱乐部里边没少动心思啊。嗯嗯，到某一个这个身体位置特别不舒服的环境下，那个角度我怎么去打更好？对对对。这杯杆我们小时候都会打，对，而且但是到大了我也试验过，现在腰可能是不行了，不太敢用，背不过去了，背不过去了也。而且感觉这个手眼的协调在一条直线上，往往不太在一条直线。对对对，特别不坚决，就不敢相信自己啊，那么背着打。你看，这也是同时呢，可以证明啊，戴勇的身体协调性。对，虽然是已经40岁了，协调性很好。对，再一个呢，也充分的证实了他这个执行力非常坚决啊，是还相信自己啊。哎，又踢过去，面儿不错啊。还好这七号没有去影响到进攻啊。嗯，路线应该没问题啊。嗯，可以打。好，不强求啊，这样呢三号的角度啊向上可以绕球台啊。哦，不是向下啊，我们看的角度有些不一样啊。感觉戴勇这个手感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啊，找到一些。这球有些直，会不会选择低杆拉一库啊？这要落点啊，非常准啊。尤其有一个滑杆了，心里对心里咱会有一个阴影啊。打的时候不要去想太多啊。教到这非常不错啊，定杆。哦，有一些偏左的角度啊。嗯。七号向上的角度，高杆左上两库，
这旋转明显不够啊，他这个杆低了，杆低了，对，杆也是低了，第一库吃的位置不是他想象的位置，嗯，但还好有惊无险啊，保住大金。又将比分啊超出十四分，第十三局三十比十六，大金胜，比分30-16。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这个阶段明显戴勇要稍微好一点，有点状态打出来了。先看杨帆这边就是，还可以，但是好像就差那么一个，这个像导火索一样的一个点一样啊。对，开球一直找不到啊。对，开球找到了，老进球，老进球的自信心就来了。对，局面好一点，上手投一个黄一，不能那么难了。对。第十四局，戴勇开球。点白球点有些高，是你就让我先冲了。对，那点炸的没问题啊，这个点炸的非常好，是但是白球呢，杆法上，杆法上有些高啊。又是我感觉又是挡了一部分，右边又是挡了一部分。对，逼着你自己下左塞去挡。对，哎呦，哇，这个底带差一点啊，但是有些运气啊，挥手示意了，也是还行啊，有线路比那刚刚那个一号中带那个好解多了。对对，这右边的长边啊，勾一库六号那个库边啊，哎，他要这么解啊，啊，从这个方向吗？这方向有些不好解，没有那个方向好解啊。对，想勾进呢、啊，这边要是哎呦打薄边了，不是掉带了吗？对啊，这个而且二号给敲起来了，最后等于说给对方一个特别好的小界面。对，上来可以啊，二三四五，我们来看六连接七啊。嗯。这都没有问题啊，我主要看六连接七这个环节啊。抓两库啊，这样呢角度会拿捏的比较好啊。这个六号的角度啊就非常有讲究了。对，最好比较直啊。应该是直了。哎，还行，有一些反角还可以啊。有一点点向右，就是画面现在左边。没有强球啊，不错，需要一个中远台的立杆尾稳定性啊，没问题。确实，他现在打这些中长台呀、或者半台球，他这个成功率很高啊。好的，没问题啊，又打出一个小进，将比分啊。缩小到9分。
恭喜小金 Rack and Run。王大小金还是不行啊，还得打打大金啊。啊，开球啊，应该做出来调整。对，总是偏左啊。普升差不多，范奎也差不多，但是就是金上面我们能看到啊，主要还是在大金那块。那就证明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就看开球，对吧？对。第十五局杨帆开球，看看能不能调正一些啊。哎，这个正了一些啊，哎，这个可以调过来了啊，很明显这白球啊，对对对，红三后面有个小麻烦，嗯，但是这个炸球上已经比前面好很多了，调整过来了啊。三号真的很别扭、啊，它接近于圆弧，接近于圆角的位置，啊，还有一点点离库边还比较近。哎，这个导致你后面选择进攻上会办法比较少。看看啊，这颗球在我记得第一盘不第二盘啊，是 K 了一个，哎，掉带了。所以说，哎，他这回看看能不能啊调整过来啊。嗯。还来呀、啊？我天，还是没调整过来啊。这个球真是啊，其实。其实我内心里，比如刚才啊，我更倾向于他去叫一个从上往下打得了。对，推进啊，可以啊，四号叫中带啊。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也别太去拧着来嘛。第一，刚刚有一杆嘛，这球去找，感觉这杆我应该能找差不多，来试验一下。嗯。戴勇这就很明显了，还是想翻中带。对。用我的特长啊！对，你看，就这个球真的是包的，嗯，手摆位啊，自由球翻成这个样子。就你刚刚说的圆甲与不圆甲之间，对对，就很尴尬。所以说，能感觉到杨帆做了两次这种 K 球的这种决定有多坚决。嗯嗯。你看他这个球，小力收，对对对不对？对，把底带还是薄球，而且紫球走的速度还够用啊。对对对，这个球真的是，可能比如说这个大家觉得哎不打啊，但没关系，你在俱乐部里多打打，你看看你非常达到这个效果，其实很不好打。这力量有些小啊。嗯。哎呦！哎，关键球掉了，这球。嗯、就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球。嗯、这两个人的状态啊，身子还是起伏不定啊。是啊，很真实啊，两个人真的很真实啊。哎呦，薄了太多了，有吊带，带有一。第十五局，戴永胜比分34-21。
这盘啊，确实不应该有这么多失误啊。皱眉头是想上厕所啊？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行，叫个技术暂停吧，对吧？前面也是，其他球员也有叫过啊。他吧，杨帆的想法有时候怕人多想。其实我要不在直播间说，大家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最水土不服。是的，不知道这个情况。其实说实话，现在我都一直在忍呢，在忍着上厕所。这也没关系，这个如果那什么，没事，应该有次我这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看还有几盘球能坚持的就坚持啊。我估计杨帆也是这么想的。对，一般情况，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就像刚才我跟苏老师这边有在聊话题，就是职业球员在比赛中喝水都是很小口，对对 对，就是防止前面喝水喝太多了，中间有个别场次的时候很重要，没有技术暂停怎么办？对，打满九局，这个情况下你就要去熬了。对，这九局你对手打得快还好，你打得快还好，但是有可能这么打就容易奔输去，对吧？嗯。但如果打得慢怎么办？好了，一个小时左右，对对，一个半小时左右打完九盘九，好了你就憋着吧，特别难受。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这种可以理解啊。而且吧，就是我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坏肚子不打台球还行，哎还能稳当点，你往那一待没什么事，稳当点，但你老动肠胃蠕动让它加速了，哎，加速啊，有时候你去几趟以后啊，不有那句话吗，好汉架不住三回，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头昏眼花的很难受，浑身有点这个乏力了已经。尤其在这个刚好今天是进入三伏天了嘛，嗯，在这个时候饮食上包括一些需要注意的，对，三号的角度啊，有利于踢一下八号。角度非常的好啊，嗯，白球定住就可以，然后顺势的角度啊，做八号也是非常的方便。刮了一下，哎呦，哎，这可是不好了。看看怎么来做防守吧，进攻肯定是不行了。哦，来撞九，这是一杆运气，大力出气的意思啊。斗智斗勇吧，对吧？这个还不要盲攻。白球九号后面。哟，这个有点小运气啊，运气，绝对是运气啊。这球不能打太厚啊，打到太厚呢会形成吸附的效果啊，对，必须得保打立稳，哎，没毛病。哎呦，第十六局，自己感觉自己也着急啊，这球怎么打得这么不顺啊？还
还有一个啊，今天刚好是有一个在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后呢，有一个搬球杆的品牌活动。嗯，到时候有兴趣的球迷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呢，可以继续留在直播间里边，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搬的这个品牌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尤其是有一些对这个搬球杆有兴趣或者是不知道搬球杆的这个球友们，可以在上半场结束之后留在直播间啊。两个人啊也是在暗自调整啊。嗯，现在呢其实两个人还都没有调到这个最佳状态啊。对，第十七局杨帆开球，看看这一杆的开球啊，上一杆开得非常的好啊，看这一杆，嗯，不错啊，进了白球，但白球是点低了。嗯嗯，炸了点没问题啊，点低了啊，你往回跑，往回走了啊。对，需要一杆准度杆法的结合啊，非常难。好，这杆球打得准啊，但是二九四啊，这难度太大了。嗯，还是需要准度啊，这杆打进交道位基本上就剩下就 OK 了。嗯，哎呦，厚了一点点，他这个角度啊，打两杆球了都是打在同一个位置啊。对，但有这边也是，哎呀，也输了，需要跳啊。嗯，同样啊，跳球是对杨帆也是有一个挑战，他因为刚刚有一杆啊，嗯，自己的判断差太多，对，所以这一杆呢他也会有阴影啊。是，刚刚那么简单的球都没跳过去啊。你看这杆有点这个不是顺这方向的手，那这个球其实也很好跳，啊，然后他刚刚有阴影了，他控制不好这远近啊。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台球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自重会改变，对，尤其我们山海关的这个天气啊，嗯，它每天都不一样，这个球的自重会改变，它跳球的时候这个自重它也会拿捏不好啊。嗯，刚刚一杆拿捏不好，这杆不敢跳了。哎，他也扫一下，这个球戴勇确实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啊。犯规！哇，没吃裤。不过今天我没有注意啊，今天天气也可以啊，不知道可能场地这球台啊，场地是没有问题，应该是每天都有在这个擦拭这个球，包括运台泥，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球台下面是有一个有一个横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可能还是这个，我觉得想要快点打完比赛，回酒店休息一下。或者处理处理自己内务，这边应该是有这种情况。对，你看这个打出来的白球效果还可以的。第十七局戴勇胜，比分37-23。相差14分了啊！嗯，不胜是一样了啊，6-6，犯规还是
这边给戴勇比较多。看他状态啊，他现在也有在喝这个水，我觉得应该还好。嗯，对吧？正常来讲不敢喝。对，正常应该是不太敢喝的，应该还好，一点点在喝水。第十八局，戴勇开球。上半场还有三班球。嗯。现在戴勇啊是基本上找到了开球的点位了。嗯。每杆球都进球了。位置炸得很好。关键就看这个球的局面配不配合了啊。嗯，一上来就是挡一点点。其实你没杆你炸球点位非常好，结合也是有球运跟着的，对不对？对对，嗯。我们一般没事打球时就会说，哎呀，这杆运气不好，有些时候真是没办法。对，通常情况下就是说成绩好的人和总在场上打得特别优秀的人，嗯，运气多数会站在他那一。对对对对，球不好勾啊！你像今天呢，两个人其实上半场发挥都不是很好啊，一般。嗯，戴勇稍好一点点，哎呀还不多，两个人各有大金和小金，所以说今天整体的球运并没有说很大倾向性，这都不好。嗯。一号应该能打保边啊。嗯，哎，过来其实也看一眼是不是有一个中带的一个自然角，但是没有啊。哎呀，这个漏球了。嗯，一传六，看看白球的位置。哎，不错啊，给他俩踢开，要五号也不好打。嗯，对。看看啊，现在就是叫二啊。对，是难题。如果二呢，走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啊，青苔没问题。今天扬帆的力度总是小啊，总是偏小，吃库以后都是偏小。好的，这角度应该支持能点住吧？能，我感觉他的能力应该是可以的。他的这种收力不收力啊？你看，就这球。是吧，这白球走的速度非常慢。嗯，然后目标球的速度还够。对，就这一点其实挺难做到的。对对对，不好打。有角度，哎呀，现在这个球台的情况跑酷不好跑。是啊，嗯，跑酷不好跑。你看跑酷非常难，你看他这么大力，嗯，你看，嗯，
看，又是很尴尬的角度啊。如果要想三库下来，又要发很大的力啊。对，你看又发很大的力。看看是直接蹬一库，不错。第十八局，杨帆胜，比分25-37。很重啊，嗯，说明球的自重还是有些重。七号球是跳了起来啊！他目标球打上以后就跳了，七号肯定也会产生跳。对。这种就是说跟球台的带口啊是没有关系的，没错，力量大啊，后手这个向后拉杆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下来，对，白球首先就有点跳，所以说这个目标球不是直接打进去，而是跳进去的，对，它是跳进去的，他砸到了这个我们正常里边的筒口的那个位置。对。对，第十九局，杨帆开球。看看啊，两盘，那么来了两个金啊，把比分缩小一些啊。嗯、六号，黄一顶一下。哎呦啊，这个球没帮忙，反倒捣乱了啊。位置没问题了，现在杨帆在这开球的位置没问题了。嗯。有运气球吗？没有。非常薄啊。对。还是有些小，对，这个角度走势有些需要低杆横台啊、嗯、拉回来，最好应该再往下走走啊，躲去了还可以，五号的角度要小心啊，应该支持退一库上来啊，嗯，关键看后面九号准度了啊、嗯！小还是有些小啊，你看他是今天的走位总是有些小，总是差一点啊，总是差一点。哇，你看就小，你看，哎呀，这球逼着你防守，不防都不行。力度总是小一些啊，就我觉得杨帆就是像开球一样，既然是这个样子了，那我就接受现在这个硬件的环境，对吧，这种情况把这力量调整，自我调整哈，对对对，应该要这样好一点，不能老顶油似的顶着看，我就不信我这下半场能不能再快点，那下半场其实更慢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小金要打出来29，已经差不了几分了。对，心里边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下一盘你接着开球，对吧？
好嘞，给你留一个可翻可防的机会。有点贴户啊，这球有点缝啊，缝隙不大。底带翻，连攻带守，白球趁底。哎呦，够翻啊！哦，第十九局杨帆胜，比分二十七。得了个普胜二十七，还差十分。是，最后一杆，看看，希望他来个大金啊！嗯，再来六分，那么比分呢？上半场比分啊，差不了哪去了。对，其实上半场能感觉到杨帆还是说拼劲很足啊。嗯，两个人其实这边一个三大金，这边一个是两个小金，嗯，这个上面会差一些，普胜差不太多，但犯规给的有点多了，对，给了对方七个犯规。第二十局杨帆开球，点位，你看白球总是往回走那么一点点啊。对，其实炸球这个进球上不用担心了，关键还是在力量和这个点位白球杆法上，可能要做点小的调整，力量再小一点，嗯，点再稍稍高一点。哎，今天真是有运气啊，真是敢拼啊，而且运气确实不错啊。看啊，再来一杆啊。哇，九号你上来黄一差一点勾进，九号也差一点啊。上半场最后一盘了，二十盘球，大家呢在这个二十盘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单恩球杆的品牌活动啊，有兴趣的球迷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留下来，去了解一下单恩品牌的故事。哎呦，好，跳这么打的话，这个小金基本上要成了。没有太难的球，九号后面还是在袋口附近。对对对对，球之间的互相连接啊，也非常好连接。嗯，五八。哎，就是杨帆哈，杨帆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就这样去打，就像这样去打，对吧？不行，你小力不好控制，就走两步嘛，对对吧？嗯，上半场比赛稍微有一点点难，最后一个球打的三十九比二十七。那上半场其实我感觉两个人还没有说特别好，对对对，发挥的很一般啊，还是说一直在。不停在找自己的状态那种感觉，对，并没有说啊，比如杨帆一上来时候很猛的，或者这边这个带有进球状态之后的一个爆发，嗯，就刚刚好是那么一点点就停住了，对，感觉两个人在某个点上，感觉要抓到了，嗯，要气势要起来了，但是，嗯，通过可能是两个人的气场啊，嗯，哎，又消下去了，这个上来点又下去了，对，就一直没有一个人在爆发啊，嗯，这也是说明两个人的选手的互相这个怎么讲，
都不让对手呢随随便便就起来状态啊。对，我在限制你，或者说我在控制一些节奏，不让你说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手打特别顺。对，这是有关系的，因为两个选手呢都是永不放弃的选手。对，就在比赛当中，我打好打不好，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中规中矩去打我的比赛。对，这样呢，对手呢会有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啊，嗯、会限制你，不像有一方自暴自弃了、啊，那对方就会给你机会打吧、哎。嗯，所以说呢，通过上半场两个人非常平常的表现吧，戴勇是三个大金，杨帆可能是两个小金啊。对，啊，我们期待吧，两位天王在下半场给我们一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吧。好，那我们晚上7点看下半场，晚上见。嗯，晚上见。下半场比赛继续，第21局，戴勇开球。好，我们这边经过一个中场的休息啊，那继续再回来看比赛。嗯，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看下半场的比赛啊。通过中场的休息啊，我和张导啊，也是看到了那个双方的运动员都在练习啊，看看下半场啊，两位选手都有什么改变啊，自己的战术从开球啊，到局面的转换呢、啊，攻防啊。我们来拭目以待啊。那这边呢，我们也知道这次是您有陪同这个杨帆一块来啊。刚才这个中场的时候呢，肯定比如说会不会在上半场针对于杨帆目前的一个表现，你给他做了一点调整吧？调整的谈不上，我们就在一起呢，现在属于是在那个怎么讲，在探讨，在探讨这个环节啊。我说我在屏幕上从开球看你的打点呢，总是有些偏左，而且力量呢有些偏大啊，这个他也很认同啊。希望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开球上做个调整。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紫球打的速度啊，我感觉在今天这个球台上的行走这个速度有些不够，对，有点慢。在这方面呢，我也希望他做调整。但是呢，不一样呢，他也在说，因为大家呢都可以看到杨帆呢，原先在打球他没有什么运杆，对，现在呢一直其实他在调整他的打法，调整他的运杆的动作啊，他想让白球呢在各个方面呢再灵活一些，所以在动作上呢有一些调整啊，最近的一年 啊有调整，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所以说状态呢有时候不稳定啊，我个人认为也是正常。正常的，对，人在调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是这样的。但是有好的时候，可能总看掘金的大家都注意到他跟吴镇宇那场发挥的特别厉害。对对对。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在调整过程当中啊，出现任何的事情啊都是正常的。也希望杨帆呢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啊。对。想把球打得更好，努力做出调整，这是对的啊。没错。理念是对的。刚刚呢又一个三号啊，非常一个简单的杨帆的失误啊，对，面已经开了，没有来完成。比分43-27。下半场的第一盘啊，戴勇得到了普胜。我们都会为这个球员在这方面去失误感觉有点可惜啊，就总觉得应该是哎呀可以打光了，但是这一颗球啊掉了。你看他这出杆的动作啊，明显就有一些变化啊，快啊，有一些变化确实。杨帆呢是动作上的问题啊，戴勇呢今天呢就是拽那个皮头，因为在对第一盘他就有一个吃干啊，所以说一直老看皮头有些问题啊，这都是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啊。第22局，戴勇开球，看看冲球这环节啊。点位很正啊，非常的理想，非常的理想啊，这个局面开得太好了。白球和一号呢形成的角度也很好啊，对，
二三四五这几颗球呢分布的位置也非常的好。中低杆打进，二号尽量较直，那么这角度呢就低杆拉上去嘛，看看利用延伸的杆法啊，将分离角变大，还是说短击打来做两侧的中带啊，短击打力小了，形成向上的角度啊，看看怎么绕球台。两种方法，一种是低杆左塞，一种是高杆右塞啊。三库啊，完美啊，位置也是非常好啊。这样呢，从低杆点进就可以了。好的，白球呢零在六号的原位啊，这个角度正合适。很不满意啊，这往下蹬了那么一点点，其实有点稍稍有点多了啊。我感觉他没有想蹬啊，对，就停那儿就 OK 了，没带住啊，对吧？哎，找回来了。冲高杆推进，22局戴勇大金胜，比分49-27。上来一个补胜，一个大进啊，不错的一个信号啊！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有点像上半场的公园。好，一上来戴勇先好一好，先打一次大进。小孩也来漂亮，对，小孩哈都有那个青春靓丽的感觉啊。嗯，然后在私下呢问了一下，他周岁才16岁吧？我天，啊，周岁才16岁。23局，戴勇开球。看看啊，这一杆的冲球是不是彻底找回了冲球的感觉啊？偏左了啊，白球还可以啊，对，还有一打。但是球的分布来讲，你看一偏左了以后啊，这球的分布，你看二马上变得不一样了、啊。哎，他二号上不来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回这个二号都在摆在九颗球的最下面。嗯，如果那点位炸不好呢，铁球可能有球进带，但是一号和二号连接就是不那么方便，会出问题了啊。强球啊，嗯，虽然是走到了二号位，但是一号没有打进，可能是留出了呛死啊。但是一号来走二号，这挺难这个球啊，不太好发力，关键是，对吧？而且还大力啊，高杆去走啊，是，中带的还小角度，好准度，看看力道怎么样。这已经极限了。哎呦，这已经算不错了。有劲，看看去不去拼啊？还是稳稳的做该防守。没有做拼啊，来做防守了。二号打到上台，白球定在原地嘛。挡住啊！感觉不好啊，不是他的本意。远台的哦，没有，也还是继续做一个防守啊。22分的领先啊，我们看到刚开始，如果其实22分对他俩来讲不是很多啊。谁稍微有一点好机会上手，比如说接一杆的炸两个或者炸三个大金，对吧？对，这分数马上就缩进了。
哎，运气，运气不错、哎，运气不错。哎呦，这角段还不好解呢，必须得是两库以上来解的，一库那个点位应该是找不到啊。你看这个两库就很难抓啊。对，哎。你在左边边库这位置，你要不要带一些顺塞去把分离角度变大一点？对，戴勇的习惯是肯定下塞啊、嗯，但是这个塞力吃到第二库的掌握非常难掌握。你看，非常难掌握。犯规，两犯一分。啊，两个人今天没少犯规。嗯，感觉这一场比赛把这个整个赛季里边的一些犯规都用上了，是吧？也这从这方面也体现出来两个人的状态不在最佳这个，对，这个不在最佳状态。其实我能感觉到杨帆他自己其实好像是我带了好多的东西来，我想往外头去表现一下，但是一直就是感觉一身武功啊，暂时用不上劲儿这种感觉。对对。戴勇也是一样，你看刚刚在那个之前练球，还来看那个，边球往下赛打哈、嗯，一直在看皮头，对对对对，他就感觉我平时下赛这种都是没有问题啊，抬手就应该进了啊，反赛啊，顺赛啊，但现在就是打不进啊，也是非常着急啊，嗯，好的，小低杆点住，角度应该是正好啊，向下，嗯、可以中杆一库，也可以直接拉杆下来啊，看看杨帆怎么做选择。直接选择低杆，角度有些直啊。要是直球可以拉一库啊，做同带；要是有一些角度呢，可以蹬一库。嗯，这个角度就同带了啊。一杆失误。第23局，杨帆胜，比分30-49。啊，谢谢。这样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普胜啊，看看接着能不能来个金啊。对，拿到球权了啊，看看下半场杨帆有没有什么变化。看啊，首先要突破一个大金啊，嗯，在23盘杨帆一个大金没打出来，这非常不正常的、啊、对，能力绝对是有啊，这个毋庸置疑。24局，杨帆开球。看看杨帆的开球啊，点位首先是点位，然后呢是白球的点位不要太低啊。嗯，这两个要素。嗯，还好啊，还好、啊，点位呢扎的是没问题。白球呢，白球还是稍稍的点位有些低啊。对，一号没有挤上来啊，但是还能接受啊，这球。二号的进球和走位啊，有非常大的难度。哎，哎呀，光看光顾白球了啊！是，而且今天这个中带这种薄球，杨帆已经是感觉上是第三个累计。嗯嗯。你看眼睛都瞅白球了、啊，没有看目标球。接八号白球的位置啊，露出了恰似，但是这个局面想打出来小进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低杆两库到三库来做二号啊，哦，直接低杆横台啊，完后斯诺啊，这个呢打进都非常的困难。没错啊，这不好打。别谈什么走位了，
给打了，左边防守，大角度的二号薄球，看看会不会去拼啊？如果二号打进呢，同时应该是会给七号踢起来啊，看看会不会去拼。没问题啊，白球上来，哎，好球，这一杆直接出效果。这应该啊，拿下一杆扑剩下就没问题了。第一杆横台一扣，感觉下半场啊，戴勇的状态有些恢复啊，对，有些恢复。第24局，戡勇胜，比分51-30，正在往上一个上升的阶段。杨帆这边感觉就是憋了一股劲儿，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好机会让他打一下。虽然是他俩打的金呢很少，但速度也不慢啊。上半场不慢，不慢啊！上半场打了3点了，多一点点，一个多小时啊，一个多小时20扳球打完了。那两个人其实就是有那么个别的几杆斗了个防守，大部分时间全是说一直在去进攻的。对，谁失误了那个就给打没了。哎，但是两个人都有失误。对。第25局，戡勇开球。好球啊！现在暂时我看来啊，还是戡勇啊，现在提前呢进入了自己的状态。对，局面非常不错啊，一号有些难度，看看能不能突破。还是打薄了一点啊。好，杨帆上场一个不错的小金机会啊，也希望杨帆能够其实把这种机会抓住啊。他用小金去找一找手感，对吧，提高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得到分数呢再拿到开球权。这种球就需要出杆的稳定性啊，推进就可以，任何杆法不用下，只要白球的12点钟打准就可以了。哎，够准了。哟，这球啊，继续又要长台了。相反，对这种球啊，我现在对杨帆倒不担心啊。我感觉他可能要保进啊，真的。非常不错啊。看看是个七号的下方啊，是两库转过来还是平行的一库啊？一杆，
点。八号右旋皇帝带，没问题啊。这个安球打的质量还是蛮高、啊、小金对，比分34-51，一个小金，恭喜小金 Rack and Run。 这种音乐总出来，可能是谁打出来对自己也是一个鼓舞，对吧？其实我觉得杨欢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因为对手呢并不是 一直特别稳定的连续大摩，对吧？中间有来回的话，那我就多抓机会，然后呢拿球权，是吧？这个比分高，我建议啊，像这个决定的美女啊，嗯，比如说这是杨帆打出来的第二个，小金，嗯，啊，比的 啊，对吧？所以一二三四五六，像我们画圈的似的，一直能比定到九呢、啊，对吧？对。就是大家一看啊，举牌小姐一出来，首先比了啊，杨帆现在打了几个了，对。正一点，杆不要低。不错啊，不错。这盘看看三号啊，让开了啊。嗯，这盘炸得好。如果这样的局面能炸几盘，打没几盘啊，马上信心就上来了。对，心气儿上来了。力度拿捏控制没毛病啊，哎，是不是有些超值啊？哎呦，这角度得用延伸的杆法啊，吃到球台的左侧啊，一库啊回来，直接拉是肯定不行了，出杆长一些，对，借上了怎么样？我借上，哎呦，借到五号。可惜了啊，这球可惜了啊，还有啊，还有突破。你可以看顺势是不是啊，直接掉中带，难度大了，太大了。打进也可以拼一下，可以了，掉进就打进。太近了，判断、这点位确实不好找，薄了很多啊。那我们话要说出来了，炸出来这个局面再打不没、对自己的也是一个有点伤，确实是这样的啊。等了半天啊，一直在找机会，好了。给了你一个机会，但是对不起，我在第三个掉了。哎，没有传到。哎呦，没碰到啊。这个有点儿，差远多啊。自己也很恼火啊。那你发现没有？今天两个人的有些失误都是莫名其妙的啊。感觉哎呀不太好接受，对，非常低级的一个失误啊。你看杨帆在上面还有一个这么近一打没吃库那个，对，就会觉得哎这是什么情况，不应该在两位选手身上出现的问题啊。好球啊，力度控制得非常好，角度不支持点哈，看看推杆一库可不可以啊，要顶九吗？推杆一库，左侧中带，中高杆一库，
大金变成了普胜啊。对，但是还好啊，开球权在自己的手里。没错。这样呢，对他下杆的开球也是很有自信。再开一盘，我再来一下。对啊，只要开球权在自己的手里、啊，有机会打是吧？这个借五号薄边借的不好啊，嗯，如果借不到呢，吃库再往上一些就过来了。对，说出杆的长短还是没有配合好，出杆稍稍有些长了。比分缩小到了15分，然后呢大金还是没有突破啊。对，一直没有大金，其实在自己的这个信心跟士气上还差点事儿。看看点位，杆不要低，不要偏左。好的，没问题。这白球可以，哎，没问题。嗯，他一打到那个位置，一看白球的效果就没有问题了。对，非常好啊。漂亮啊，这条线抓的真好、啊、真好啊。二号的角度别直啊，只要不对直，够高杆推一库过来啊。对，红杉够做右侧底带就可以啊。没错啊。嗯，可以的啊。过来，力量力量，够了够了，感觉有些多啊。我们开始会总会替他担心不要太小了。嗯，那现在是不要走过头啊。嗯，还好，这个球就是说杨帆擅长的，你说的那种、啊、对拿捏啊，小力量控制。哎呦哎呦，自己都笑了啊。当我们觉得不太可能的时候，结果，哎呀，说实话是对他来说肯定是不难啊。嗯，没想到会失误。哎，你看这两个人啊，就这种就是在他俩身上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啊。嗯、两个人也是无语了。这么谦让吗？难道说这个杨帆应该是可以了啊？两个人在赛后啊，应该去探讨一下，喝一杯去啊。对，为什么打这么聊聊？交流一下。这个不用受力了啊，嗯，定住就可以了。上来第一杆杨帆也是三号，也是没有打进、嗯、对吧？对，哎，第一杆就是这样。27局杨帆胜，比分30-51。好啊，不管怎么说，开球权还在自己是手里啊。两杆球，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下一杆的开球，嗯，还会形成一个很好的金面啊，嗯，那就是再打不没就自己的事了。那真的再一再二，对，不能再有其他的了啊。哎，这两个人啊。看看啊，打进面啊，再一再二不再三啊。第28局，杨帆开球。点位不要偏左，不要出现低杆，嗯，没问题，没问题啊。其他就看运气了，应该还不后客啊。就是二号这边还有点，二号的位置不太好，也让五号顶住了啊。机会没有前两杆好。对，这二号你看中带翻带都不够啊，
不好打了。这没有办法，球形不支持啊。嗯，关带吗？耶，没进呐。没进。我感觉进了。这球形有时候也确实是，他感觉也是特别配合人心或者运气。嗯，前面好，我给了你两次特别好的机会，你自己没有打光，那对不起，第三次可能我不太配合你，真的是这样的。你打得好，我就一直向着你，但是你要是没有抓住机会，那不好意思了。对，老天那是公平的啊。对，有来回的。看还是一号打进啊，这个他一定要突破，因为是个小金嘛。哎，哇，这底带，刚才要是借了一下小六号，还有可能啊。应该不够啊，但是这个球有没有一勾啊，白球定住啊，来反住啊。嗯，二号上去，白球停住圆方，漂亮啊，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对，我们二号看，我们看是一户解来两户解啊。嗯，应该直接还能打到，很薄啊，漏球了。哎，感觉库边很喷啊，位置。哎呀，尴尬，好像是不够啊。对，有挡住啊。其实这也是运气啊，再深一点，再浅一点，都没问题。你撞的这个五位置再变化一点点，可能就不这样了。这玩意儿，这个台球啊，真是有时候让人欢喜，让你忧啊。对，台球的魅力，就是这么巧啊。三号右侧的底带可能不够啊，看看杨帆会怎么选择来做防守。哎，他就研究这个劈头了。嗯，他就研究这劈头。确实还是因为这个那杆滑杆之后一直在看这个劈头的情况。还好，很有耐心啊。嗯。好，这也是考考这个戴勇的跳杆啊。在低杆，白球还要最好是停在原地啊，或者回来一点啊。白球没问题啊，定住了。但是目标球没有进啊，看看有没有留出呛死。嗯，不够，继续来做防守。上来，嗯，位置还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又是一个抓两库啊！刚刚我们说啊，像这种球啊，抓两库非常难啊。对，尤其你还要带着右塞去打，就更好，更不好去控制这个分离的位置。哎呦，打到黑八了，两犯一分。啊，直接犯规。
这种球在他俩真是不应该出现啊。今天感觉意外很多啊，有一点点去，哎呀，带着一个想法，就是是杨凡何丹勇吗？是不是这个长得比较接近的两位来了，并不是本人啊？哎，多了，有点，是不是稍稍有点多，能不能带住啊？轻推够用吗？刹车球，哎，出静电呢？嗯，哎呦，这个球打的，今天真是啊，可能还不好，然后呢，状态也不好，手感也不好，球的这个有些个别运气还有点差啊，他两个人都有啊，反正啊，嗯。这种表现下去，我觉得戴勇有可能会打得更开放一点。对呀、啊，就是哎，感觉杨凡今天状态这么差，因为你始终没有给到对手压力的话，对手就不怕你了啊。静电啊，很明显。无奈啊。第二十九局，戴勇开球。嗯，点位不错啊，应该效果也很不错。对，这盘炸的特别好，白球跟黄衣角度也不错，二号也没有被其他球挡住。对，而且你看局面很开放啊。嗯。推杆一扣上来，形成一个反角度。嗯，这个二走四啊，很一个顺角啊，这样呢便于四五的连接。其实他们打这种球的时候，我会替他们捏一把汗，担心他们到这个关键的五啊或者几号这种角度球会失误啊。但是现在戴勇还好一些，戴勇好一些，确实戴勇要这方面好一些。杨凡在前面类似于五号的这个角度可是打丢了两三颗了。对。看出来戴勇非常严谨啊，就是脑袋里面最起码有两个方案，最少老到关键时刻出错，那么到关键时刻呢就要认真一些，对，再稳一点，把这个阶段突破以后啊就好了。嗯，没问题啊，突破关键的阶段，大金一枚。第二十九局，戴勇大金射，比分59-39。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第三十局，大勇开球。好的，看运气，有些后斯诺啊。嗯。可以的，调回来了。嗯，看看二叫三啊，尽量要走右侧中带啊。如果走出来中带啊，角度合适，那么这盘的大金啊，又应该没跑了。对。嗯，这个球肯定要强行啊，叫中带啊。没错。高杆怎么样？可以。你的角度很好啊。大勇呢，打这种球呢，擅长那种小推杆啊。嗯。高杆的小推杆推进啊，是打中带的一个自己的打法啊。你看，一般人呢打这种球会选择低杆的戳、啊。对。那高杆，但是大勇呢，他这种就是高杆的推中带啊。推得特别得心应手啊！嗯，哎，又吃干了、啊，高杆了吧？哎呀，这效果跟声音肯定是不对啊、嗯！啊，明显，还好六号进了，还能有一打。嗯。明显他不敢打了，有点真有点不敢打了，这球有点求稳了啊。这角度只有是推进一库上来啊。哎，还好啊，没问题，找回来了。第三十局，大勇大金胜，比分65-30。这样呢，在一个反面来看啊，也能看出来大勇这个、恭喜大金抗压这个能力、啊。对 ，and run， 在这么老滑杆呢、啊，感觉这个低头不太打不顺的时候啊，还能打出来大金啊，抗压能力真的很不错啊。嗯，要不在当今的这些球员当中啊，我个人感觉啊，嗯、在场上的抗压能力啊。如果杨帆的这个不管是在状态好不好，杨帆可以排得上，但戴勇绝对也排上第一啊、嗯。对，心态好的肯定会排上第一。我们知道，就是说近几年嘛，近几年戴勇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说随着状态下降，在好多场次里边经常会传出一些消息跟新闻，就是逆转。嗯嗯。戴勇总是在一些比赛里感觉上，比如说，抢九的比赛啊，1-6落后。对对对对，2-7落后，对，然后最后呢，一点一点，一盘一盘赢回来。哎呀，这个信号现在杨帆危险了，嗯，因为现在看到戴勇啊，炸得这么好，对冲球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而且找到了感觉啊。嗯，因为私下呢跟戴勇有聊过啊，戴勇呢为了这个掘金的比赛啊，特意买了一张那个球台的家啊，而且呢。也拿了垫片纸，在家他自己就说啊，冲球练得很好，但是到了这以后呢，过来可能随着温差呀、啊、对水土的不一样啊，他就开不好、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彻彻底底家里练的东西找回来了，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信号啊，没错。开球呢接二连三找到了感觉，对自己的打球的信心啊也有很大的提高啊。这个三号今天在作怪啊，杨帆也在三号上失误，你看戴勇也在三号上失误啊。而且这个球，
就用咱们前比如说苏老师在前面也聊过我们一个话题，就是楚炳杰打这个时候怎么打的，对吧？对，聊到过这个话题。对对 对, 对，楚炳杰打这球肯定会不会选择这个杆法，会选择蹬、啊，对，那种蹬啊，让目标球的速度啊更快一些，更快一些，让紫球感觉呢它受力更实在一些。对对对，就是说在中式上啊，和美式上的不同啊，也是给广大的台球爱好者科普一下啊。嗯，因为呢，中式台球呢是台泥啊，对，美式上呢是台布，台布呢 没有毛，它的摩擦力很小，嗯，所以说呢，你的目标球走得越缓慢啊，到袋口还，而且我们袋口还大有花蕾啊，嗯，跟中式正好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对。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就是我们总和张指导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在中式上的一个打法，也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建议啊，让大家练球的时候呢，无论是什么情况呢，要目标球一定要跑起来。对，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对 对, 对，然后呢选择一个对你自己个人比较合适的一种打法。像有的很多的台球爱好者，他的误区在什么呢？都要愿意小劲儿，哎，慢慢的看到那个目标球，感觉这样的进的把握性会高啊啊，到那会高。其实这种是错误，是错误的。对，你首先让你的目标球就是紫球这边一定要行走的比较均匀，速度比较合适，均匀而且稍稍快一些。对，你这样的你的执行力才能坚决一些。你总是小劲儿推啊，你在打球当中你的出杆和各方面的执行力会很差。对。这杆大金没有打出来啊，这个真是杨帆还是有这么机会啊，嗯，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一盘啊，像戴勇前两盘一样啊，通过杨帆的失误打两个大金，对吧？对，看看杨帆啊能不能抓住戴勇的失误啊。对，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现在他两个人的开球，多好，我们看到了啊。哎，这样我估计啊，未来的还有将近20盘球吧，十几盘球啊、嗯嗯，对，会非常精彩啊！这局面炸得非常好，还有18盘球、19盘球啊，会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我们还是车轱辘话啊，嗯，因为两个人呢，两位选手都有这个实力啊，没错，嗯，短暂的这些这个那个短路啊，状态不好啊，都是暂时的，没错。其实两位的进攻实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啊，这两位球员的抗压能力特别强。嗯，不太容易，就是很难让他们轻易去放弃，说啊，我这个我认了。对，很难很难。就刚刚我们说到嘛，两位也是在当今这个中式球坛上，比赛的赛场上公认的两位心脏最大的选手。对、啊、对对，嗯。所以说，谁想给谁的心里打崩溃啊？那是基本上是难的，难之难上加难啊！你一定要发挥特别好，球局还配合你，然后你还有一定运气。嗯。你让我在那里坐30分钟，那没办法。嗯，没问题，一杆很好的开球啊，嗯，弥补了一个大进啊。第32局，杨帆大进射，比分。这样呢，就是反过来，我们又说呢，就两个人的状态不好，可能跟这方面也有关系。对，对吧？恭喜大进，互相了解，都知道对方不是轻易可战胜的，是吧？这样的会给无形中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没错，没错。好了，我估计啊，在未来的18盘，这个绝技女郎啊会受累了啊。嗯，走上场走一走。零的突破，杨帆呢开门红的一个大金啊，嗯，看看接下来的比赛。
第33局，杨帆开球。点位，杆低了啊！这是我刚刚说的，点位没问题，没问题。但是白球的点又低了啊！对，杆法低了啊！很明显，速度很快，这个白球向后走了啊！但是这个一号球的哎，右下方底带啊，突破。差一点啊！一号库进，白球上去，顶到了二号，七号挂到边库，这盘球难度大了啊，想打小七呢，难度非常之大。球七号球做一点想法，你这角度其实可以直接带啊。带了啊，杆低了，又低了啊。正常这球要是 K 好了，其刚好打四顺势还能向上，对吧？横台过来，角度不错啊。六号尽量做的近一些，打近呢，形成一个七号自然的翻带的角度，也是不错的。这节奏也上来了。其实这个是杨帆的节奏啊。对呀、啊。没问题啊。包了，左手还是架杆啊，低杆来做防守，力量好像小了一些，那应该也是挡上了啊。这球倒不难啊，这样，就是这个看到的蒙头解完之后，不留机会给对方。看看什么角度啊？看上方，如果要是撞上了，勾库边真的还得大力呢。啊，直接有露出一部分球啊。是够像，看这个方向，哎呦，足够像，打厚了啊，足够像。33局，戴永胜，比分67-47。正好差了20分。戴永这边是6个大局，杨帆这边只有一个。这个数据对杨帆来讲太不正常了，是啊，一个大局，3个小局。
第34局，戴勇开球。你看，完全找到了，这信号非常的不好啊。嗯。哎，九号有点捣乱了。嗯。不然的话，这个杆球炸得太好了。对。我们现在是这个在每周的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下午2点开始的上半场20盘球啊，晚上的7点是剩下的30盘球，三天的话就是一个50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我们在下半场呢，会有一个15盘的一个暂停，嗯啊，20分钟啊，哎，这边应该是一个对，差不多10分钟或者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的这样一个暂停。这杆球啊，给翻进去了啊。翻得漂亮、啊、嗯，这也是戴勇特别擅长的勾拉弹跳啊，确实是、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啊自己的这些擅长的绝技啊完成这个大进，嗯，准度球没问题啊，打进，这样呢调过来了啊，嗯，顺势几颗球的非常的工整啊，推进三教四，尽量教直，定定定啊，完事儿了啊，这一杆翻底直接啊，难题解决。同样呢，通过这几盘也看到啊，戴勇呢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皮头啊出现了问题啊，这种不折不扣啊，不挠不扣的精神啊，也是让我像昨天啊一直评价戴勇啊，嗯，就是一代天王啊，永不言败啊，这表现的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尊敬啊，这一位70后的老选手啊。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那个调整能力哈，对，调压能力都不是很顺。其实他俩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都不是很顺的。感觉也都很有能力，就是说打不出来那种感觉。还好戴勇可能会今天抓机会会执行的更好一点。嗯，35局，戴勇开球。彻底找到了开球的感觉，又有机会了。叫二号啊，难度非常大。其实来走中带啊，不是那么好走。没错，嗯，这球准度，然后还有杆法结合啊，还得要钻38的空隙啊。对。球连不上，还是感觉你看像昨天啊，出米的状态啊，嗯，就是哎，打出来进以后再给自己的给一个机会，调整能力啊真的太强了，特别强。我就看了一个，就是你们有聊到戴勇坐在那里20分钟的那一个过程，嗯，大概有差不多40分钟左右吧，里面确实打得太好了。也有个别球是不好打的，嗯，对对对，不是说每盘炸完之后都是很好去处理，嗯，有些球也是要拼杆法、拼准度、拼交位的。昨天我给他做了个评价，21个大金啊，嗯，
其中呢有五六盘是挺简单的啊，只是说上去了只要是心态不出现变化都应该打光、都能打光、然后那十几杆啊，十五六杆都是有难度的，它是根据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突破来完成的。立杆来打准度没问题，然后再拼，目标的速度啊，这也是跟速度有关系啊，一定要打起来三号的速度。哟，啊，又留机会了。非常薄的球啊，白球不好控。看运气上来了啊！对，这运气多好啊！感觉也顺过这个劲儿了啊！第一杆也是敢打了。线路比较开阔啊，这样呢不像一户走得空力啊，这两户走不用空力，没错。戴勇有点打开了啊，对，比分75-47。好，我们这边下半场这边是一个15盘的休息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再回来。好，我们稍后再见啊。
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疲劳，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只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第三十六局，戴勇开球。
准度非常的好啊。五号的角度不错啊，过来看看六号左侧的中袋。顺势啊，推过去可以。没问题，空心。对，过来看一看啊，走一个大面儿，这是九号左侧啊，左侧这个线路。好的，角度顺势高杆推一库，低杆抓两库都可以啊，个人的习惯。六局两番小金胜，比分51-75。是打了个小金啊！我们其实刚才也很有意思啊，这个苏玲苏老师，我们这边也是刚才中场恭喜小金，跟这个球员之间包括一些啊工作人员有交流，也是聊到了一号。确实啊，戴勇自己也说，我在家打的真的一号到哪，二号到哪，手拿把掐是吧？到这儿会有一些变化，这个确实是。当有这个灯光啊，这个音响啊，摄像师，你在心里去想，有大概几万人在看你的表演，对，就不太一样。对，环境啊都不一样啊，人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对手，嗯，你对手给你多大的压力？对。第37局，杨宽开球。盯住啊！现在打的点位应该没问题了，白球又低了啊，五号又低了。嗯，这颗球进球是运气啊。对，正常底线是没有铁球进啊。超过。哎呦，我没打到，带有一分。俩人目前我看到是一人一杆啊，嗯，前面这个带有右边上方那个没打到，打到黑八了，这边杨帆是左下没打到，而且还有小金啊，对，你带点想法是吧？四号球，给他稍稍往外带一点，你肯定不带。看看啊，这个角度啊，二号球啊稍稍打厚一些啊，嗯，打厚一些，走37的这个缝隙啊，49这缝隙啊，过来，三号右侧的底带啊尽量较直，嗯，没有躲过七啊，还是不够低，是啊，可以说二号打的不够厚啊。还是叫强行吗？厚了，白球，哇！推杆一库上来，嗯，六号尽量较直也可以啊。哦，来踢九啊，嗯，有想法啊，嗯，没有选择，只能轻推。反角度的球啊，这个应该是。想让目标球快一些啊，就低杆横抬一库啊，直接拉，
力度多了一点点啊，不过还可以。那这球要需要很拿捏啊，拿捏力度啊，推进啊，还得让目标球的速度走起来，是不是要走多库啊？看看杨帆怎么打，走多库。你看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常说的这个目标球的走速要走起来，对，速度要起来。如果轻推呢，也可以达到啊进球，但是呢，目标球的进率啊就会大大降低。对，比分53-76，谢谢。一个小进，一个补胜，下半场啊，强势啊追回来了6分啊，我们看场上的比分还差17分。这也是那一杆 K 球啊，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上杆的开球呢，我们看到了啊，杆有点低啊，希望这杆做一个调整啊。点位打的现在没有问题了，总是白球的点位稍微低啊。嗯，这个很好啊，这个抓住了，力量稍稍大了一点啊。对，一号没受控，黄一的这位置能看得到啊。这球敲完了，怎么个不好解啊？嗯，哎，这个球这能解到吗？看这线路没有啊？带有一分。自由球。今天如果说杨帆这样一个表现的话，我们对他明天对阵这个楚炳杰的发挥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对，因为明天的对手要比今天的戴勇要强，现在目前的状态啊要好得多啊。对，可能明天就是对手给你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七号能留足的，还行啊，只要选择推了啊。看看这一杆球，推的非常的紧啊，白球目标球贴库啊。其实这球非常非常难打，对，进球很难啊。哎，差了一点点，已经不错了，对，很准。坐上了，需要弧线，没问题。中带打进，吃顶库一库下来，固进就可以了。看似简单啊，这个中带这个球呢，白球贴库啊，需要出杆啊，点位很准啊，力量拿捏啊，这种球戴勇打得好啊。嗯，非常的准啊，杨帆胜，比分55。我看目标球走，他走速一点没有虚啊。对。也是一点一点的追啊。
像感觉像一直在等待啊，这个突破的机会到底什么时候才过来啊？中间有那么几杆啊，我个人感觉还是开球啊，是开球，现在杨帆还是不够稳定，戴勇的冲球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稳定。嗯，第39局杨帆开球，刚刚的点位啊，白球的点位也都非常好，只是力量稍稍有些过大，看看这杆的调整啊。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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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上明显有控制啊，这个效果 OK。强行交位，哎呦，直接没进，可惜啊！是啊，这个局面可真是可惜了。只要是一叫二啊，叫上啊，基本上就没跑了啊。对。一号没有进啊，看看戴勇怎么来做防守啊。10秒，延时。没有办法选择传啊。好准，非常的准，好像还有啊，这个缝隙是很微妙啊，如果这球有的话那真的是刚刚好，有，调过来了啊，调过来又是一个小金啊，两库或者三库叫中带啊，本意是中带啊，对，力量上能看出来他有在发力啊，可能有点够，身材球有点啊，对，趴着打啊，没有打上，横台拉杆，纠错能力，同时的小低杆，九号同带，哎呦，角度有些大啊，他是不是要横台顶九，还好，力度控制的非常好，还能跑啊，没问题啊，又完成一杆上。第39局，戴勇小金胜，比分81-55。这样呢，你来我往啊，对于杨帆来讲是危险了啊。随着局数一局比一局少啊，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看啊。到目前，恭喜小金 ，Rack and Run， 没有戴勇好，太好的回声。嗯，而且我们反观看戴勇呢，倒是一点一点的在恢复啊。没错。戴勇确实是很明显要比前面打得好很多，而且打得更放松了，对手给他压力也特别小。
第40局，大勇开球。你看啊，大勇的冲球啊，出来这个效果啊，完全就受控了。对，嗯。节奏感觉更流畅了啊！对，他的自己的一个节奏啊。轻推六号，尽量走直。好的，看看是不是要推杆一库弹起啊，留一些角度。走出一个向上的反角度啊，哎呦，很可惜啊。两个人今天在关键的时刻啊，失误真是还是真是有点多啊。这下差很多啊，要不一个大进啊，对，八分，这杨帆得两分啊，是啊，一反一正十分，嗯。24分的差距，第41局，杨帆开球，继续来调整冲球啊。很好很好啊，这个没问题啊。角度小一点点啊。这种球其实最尴尬哈。对，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哎，但是你看他这个白球， 对吧，他这种球真的是打得好，用低杆来减速啊，包括一些小力的受力控制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好，现在白球的位置最理想，回来一点点。哎呦，这个角度又不是太理想啊。嗯，这多久啊，多久号稍微要避开一下。好，这样呢，看看七号啊，是顺势用六号带一下，还是直接走七啊？杨帆在考虑，是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拉回来一点，看看是轻勾一下啊。这个球呢，勾的就稍稍深一些啊，不能勾浅啊。还可以啊，这样呢，中带推杆一库上来，
应该是正好形成九号啊。没问题，右下方底带，左下方底带。好，审题打进啊，节奏没问题。有了，第四十一局杨帆大进，感觉就是差了一点点啊，就是稍稍厚了一点点。对，本场的第二个大进啊。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其实杨帆打球吧，他身自己的典型一个，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慢热的一个人，对，是一个慢热的。这今天有点太慢了，对，感觉迟迟的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让自己可以去得分啊。他打球呢，尤其在比赛当中啊，就是、高质量的对抗，总是需要一个点啊，需要一个点来激发，就像爆发、哎、导火索一样。现在他一直没有找到 一直没有找到。嗯。总是有一点然后一个失误给他浇灭了，是，或者又有一点了，一个走位给他浇灭了，对，总是没有找到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男吧，没让他连起来啊。你、嗯、看球，你看这个低点子又低了，白球点又低了，对。一上来就要你拼准度了，嗯，你看白球点要是不低，在六号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哎、对呀、啊，这个呢难度啊，系数8.0啊，固进啊，固进就可以，固进可以一库两库啊，三库横台啊回来可以。嗯，好准准，别贴库啊，中。哎呦，这个打中带是没问题啊，但白球怎么上去啊？不好停啊，是吧？没有办法，不行，推进啊！哎呦，推进是打不到三号啊，角度太大了，这太难了，不行，打底带啊，打底带，白球看能不能踢下九号啊？可能也就不要去顾太多了。对吧？如果打底带就完全固进就好了。嗯。哎呀，薄了一点。你看，这又是在这个走位上的一个小失误点，又给它浇灭了啊！对，总是有这么把你顺顺的来燃烧起来啊，连不起来，嗯、啊，就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准度，对，戴勇这边手感感觉会明显好一些啊。嗯、对，够下啊，有点稍稍多了。本意是走右侧底带，然后横台走六右侧中带。嗯，不错啊。高杆推一库，是顶库上来。没问题，非常的舒服。尝试投点带脚，不行就低杆呗啊。嗯，第42局戴勇胜，比分83-63，谢谢。确实啊，这个阶段能感觉戴勇明显要状态好一些。还差20分啊。嗯。这个这时候非常关键了啊。
对呀、啊，这越来越少了，还有八盘球，啊，二十分。啊，这个时候球权就很重要了，就不管怎么样，是得普胜也要把球权拿下来，然后通过开球打大局。四十三局，戴勇开球。他这个杆儿也低了哈。对，你看白球啊，杆儿低了就会形成这个效果啊。虽然是有时候进，但是一二的连接啊就不是那么好啊，就会比较难打了。而且你要从下面还要去钻缝隙，对吧？避开球堆，这个还好啊。上来力量，嗯，没问题啊。调过来了，角度，嗯，还可以，啊，可以，可以。推杆的稳定性，推杆角度还稍稍有些大啊，但低杆呢？你还有这个进球上会有一定难度。嗯，可以啊。嗯，这个基本上属于调回来了。对。白球在三号的位置左右是正好不过啊，可以拉回去做六号同带，也可以呢推过来做六号左侧中带，双向的选择。没问题，基本上了，很仔细啊，一点，角度是不是稍稍有些正？需不需要蹬一库啊？嗯，蹬一库上来比较稳妥啊。嗯，这个角度没问题了，高杆一库。这一杆大金哈，调整能力啊，对，走二哈，二走三，有点像昨天出兵爷的意思了啊。没错，这就意味着他目前的一个状态跟手感再回升。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我觉得啊，如果戴勇要是保持这么好的这个开球状态啊，要不然今天是不好追了。是，嗯。但是呢，如果再给个机会，杨帆呢还有一次的机会啊，我个人感觉可能还会有一次机会啊，让你去把握啊，看看啊，戴勇会不会犯错啊，给杨帆一次机会啊。嗯。如果这时候呢，戴勇不犯错，在开球的环节不犯错啊，杨帆就很难追了。第四十四局，戴勇开球。
像是尝试翻袋吧。嗯，尝试翻袋没有进。其实他都有带一些想法去打，嗯，比如说白球叫二号，对吧？叫左边那个小面里边。哎，同样杨帆，杨帆其实也有这个想法，但力量小了啊。嗯，角度太大。嗯，不要强求啊，这一杆呢，拿到开球权就好啊，就是一杆机会了。对，如果这一杆再拿不到开球权，就不好办了。好准度，跳一杆吧。一跳。好的，看看角度，可以。哎呀，不过后面打六 K 利用九号稍稍啊，嗯嗯，这也是稍稍往后拉一些就可以了啊。嗯，然后借九号停头啊。一个直线的七号，控制一下九号的力量啊，踢九号的力量控制一下。还可以啊，看看是推杆一护上来，还是这个走两护，有些角度也还偏小，还啊。嗯，会是一个稍微有点尴尬的一个位置。强行啊，两库够果断啊。好，有想法。这盘打得挺坚决啊。好的，这就是刚刚我们聊的一个机会啊，机会啊，嗯，这杆抓不住就没办法了，比赛就胜负就已分了。这杆是，可以说呢，对杨帆来讲是一个胜负手啊，对，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啊，看看能不能抓住。恭喜小金，我们看四盘结束，还有六盘球是吧？六盘球这杆抓住机会，比如说啊，连续两三个大金，嗯，这样呢就会有希望啊，对。考虑到这点啊，对，不错啊，不错，力度控制的也不错啊。现在看看二号啊，对，右下方底带运气怎么样？嗯，应该二号没有啊，对，还是有点挡。怎么来走二号？这个是一个难题啊。哎，杨帆思路已经想到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怎么走，啊，直接可能叫左边中带了，看这个意思。但黑八那儿可能有点危险。对，黑八这边没关系，过来了。好，第一关我过了。嗯，但是二叫三还是问题啊。对，那你是不是要三六了？啊，嗯，推进三六组合是吧？是，啊，感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可能是啊。因为这个球不太支持你下一些杆法。再叫到这个小夫妻，对对对对，好的，红心留的这个角度也不错，啊，不错不错，嗯，准准的传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球有了，还好啊，还好，嗯，这可以再调一杆啊。对，这个球我觉得宁大勿小，你往上走多点没关系，对对对，但千万不要老是叫横向的这种角度，
这个保点啊，利用反赛能不能一库上来啊？现在我们看不好这脚。可以，一库可以上，是吧？没有问题。嗯。但是就是觉得别发生前面一些静电。他这两个杆法都没有问题，啊、他现在是考虑走五号走什么角度变一脚七、啊。变一脚七嘛。好的，一库啊，哎，往上去叫还是对，往右上右下方去叫、啊、一个最宽的位置，还是叫一个向上这种从上往下角度、嗯、我个人感觉、啊、右下方那个比较合理啊，吃顶库下来这个比较合理啊。嗯，看看杨帆来怎么叫啊。嗯，还行啊，还行。这个不行，也不要收着打、嗯、正常再绕三库，对吧？对对对对，把力量给出去，没问题啊，没问题，对吧？这打多舒服，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定要目标球跑起来啊。对，哎，头一个大街来了，第四十五局，这他只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嗯，接下来还要连，还有、嗯、如果你没有还是不行一样。对，但是最起码这信号有了啊。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我个人感觉啊，他这个过程必须得连杀，嗯，杀大金才对。对对对，分数一定要接近或者是超过。因为你现在要是没有再没有一个两个大金你断了的话，你现在这个带水的状态上法已经完成一两个金是不成问题的。没错，甚至于说有一些把这个局面在中间变成一个中盘控制，互相只能得两分，你一样不太好赢我了啊。最少最少还要再完成两个金啊。压力非常大啊。其实呢，他这个比赛经验已经完全知道这一点啊。嗯，白球准备又低了，又低了啊！哎，运气不错啊。有点帮忙啊、嗯。但是一号中带走二号也不好走啊。这个球需要发力啊，不是一推进就可以啊，不是简简单单的推下就可以。你看这个球，嗯、黄一是比较直的。啊，四姐摇头了。确实是难打啊，那也在考虑，实在不行点进翻一杆，是吧？这是没什么办法。现在像这盘球呢，你没有金也可以啊，你要保证普胜，对，哎，你才能有机会啊。最起码要拿球权，对，你现在可以不要金，来做防守，嗯，哎，来拿下这杆普胜，还是有机会的啊。我感觉翻带有些不够吧？啊，刚才是不是要利用一些左塞去增加一下角度啊？漂亮啊！好了好了，调回来了啊！嗯，这一杆只要是三调四能够到位，就基本上完事儿。你看啊，杨帆也觉得也绝对知道啊，现在是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次机会了。嗯，关键球啊！这就是说，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啊，在场上的比分啊，什么时候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你啊，什么时候是看劲儿的时候啊？嗯。两库赛力多了一点点，别好客，嗯，还行，还行，还能打。感觉就是。好，九九八十一弹啊，前面过了一些，还有啊，还需要再来去继续啊。这低杆两库应该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以他能力是，只要是打进，应该出来就可以交到五啊。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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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啊！啊，这个球真是薄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六分的分差，目前呢也是说算上这盘还剩五盘球，嗯，啊，算上这盘还剩五盘球，十六分分差。这盘如果戴勇拿下的话，正常会得两分，对吧？嗯，然后戴勇变成十八分，戴勇又一开一盘，哎呀，那可能下一盘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的胜负手了。所以说能看到这一分多关键，就这盘球多关键。这盘换成杨帆赢，继续再上来，就是完全一直在感觉自己的分数的承受的范围之内了。对。但是如果换成戴勇打，就变成一个可能你要没有分了，啊，分可能不太够了，你要等着对方去失误才可以。而且戴勇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对他很有经验，他也知道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局面啊。他我估计不会再给杨帆对翻盘的机会了。第四十六局，戴勇胜，比分91-73。啊，差18分啊，三个大金，还有四盘球，所以说基本上了。这杆球怎么打薄了？应该下右塞啊，打薄了。对呀，啊。其实我个人目前对于杨帆他现在这个球杆与他个人的这个匹配程度我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他现在打挺好，嗯，就像您也说说在这个俱乐部里练球怎么怎么样一个情况，我感觉他打挺好，尤其是对吴振宇那场球打得太好了，真好啊，那吴振宇那场球打得真好，关键的一盘啊，嗯，你看戴勇不会来的机会了，黄一好，有个可能是要翻底啊，可能是要翻底这样一个小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啊，还是想包啊，只要顾进这一号进，对，就完事了，是这个球打的真的准啊，而且白球再走走。这么我们来看，是这个是第47盘，之后还有3盘，嗯，啊。对，如果这杆杨帆赢了，那就是说必须要三个大金，三个大金必须连摸三，嗯。对，你不连摸三，中间有个小金的话，这盘算上2分，嗯，那也就是说你最多是盐分。对，这个难度要比就是对上回上一场那个吴振宇跟赵武亮那场还要难度还要大，是的，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不是你一人在打，两个人，嗯，对吧，一旦出现中盘的时候，那你就要看对手给不给你机会了，有意在拿捏啊，对，哎，他也会计算分的啊，是这杆的普胜啊，对两人都非常的关键啊。嗯，往一边漏啊，主杆防守，任何机会啊。是否有六中带啊？哎呀，这个位置感觉正常薄不够的话，那翻肯定是多少应该还是有一点机会的，翻好像还容易夹球啊，第一杆翻应该可以啊，嗯，白球往后走啊，或是用塞啊直接啊来旋转，这个直接的中带也有可能，很稳啊，对，
再吃到这杆呢，关键球啊。六号，嗯，运气来了啊，运气来了。化解掉，哎呀，这不好啊，这个最起码这个会有一些让对手有机会可以有做一些想法的啊，比如说白球撞黑八啊，二号传五号啊，这种可能性啊在里边。还是很稳，他也知道这样可以传九啊，对，二传九，这个五号还在门口有点这个把门的意思，白球啊，白球来撞啊，撞九号。关键杨帆会不会这么想？这个肯定会的，肯定会的，这机会肯定会的。哦，没有。嗯。哎，漂亮啊！漂亮啊，非常严谨啊。嗯，这球还是有点风险，我觉得。对手一旦解到了二传九，五号在这个位置，这角度不好勾。有六号不非常不好勾啊，年轻人基本上没有线路啊，对，确实是不太好打，但是就是担心有意外发生啊，就是两位球员尤其这个戴勇身上这个勾拉弹跳这一块确实能力还是挺强的。嗯，想到这一库啊，如果解不到二号把九号打跑啊，十秒延时，现在九号是不是一个铁球啊？现在看不到，还不完全是，它有点比二号往上了一点点。嗯，我们这个是可以传的啊。犯规，杨帆一分。首先是有犯规，先得一分，然后可以去传。镜头会给过来的，对，有没有？哎，应该是有啊。不好传的这球，就是。电五啊，也不好说啊 ，T 啊 T 八，这我们没想到啊。嗯，还是很难啊，不好打啊。哎呦，贴的有点近。控制力度，三号应该右侧地带有啊。那么场上的五颗球啊，现在就取决于啊戴勇的整场比赛的胜利，对吧？嗯。哎呦，不够啊！这两位球员啊，把这分数算得巴巴的，是很有耐心啊。现在是因为戴勇又罚了一分，现在是差了十七分啊，差十七分啊。
A 还回去一分，变成又是十八分，这可不行了。而且如果这盘戴勇拿下，就变成二十，直接没机会了，就不要看了。后面而且对手这边就是戴勇，还是他开球嘛，是吧？剩三分球，我过来开一下球都没关系。在最后四十七盘的时候啊，戴勇完成了整场比赛的超分啊。对，接下来呢就是两个选手的表演赛了。对，数据也确实是领先这个杨帆有点多啊，那八个大金，杨帆这边只有三个。对，五个大金就五六三十。对，现在的分的差距是二十啊。而且杨帆这边能看到他给对方的犯规分数要远远高于他自己得到的。就像我们前面一上来的看的到现在啊，还是差了四个。对对对。啊，今天他的这个给对方的机会太多了。第四十八局戴勇开球。撞两下，三号、七号，一号固进就可以了。白球一库、两库、三库、四库啊，有线路啊，做到二号。小面可以啊，准都好。感觉打到这儿，戴勇其实心里也在考虑，我后面打到这儿，我如果还用中间去六传九，有点心里有点不甘心啊。对对对，所以再算计能不能叫一些细位，而且超分了嘛。应该差不多，他有点不太满意啊，这表情就是有点微妙，或许是就算挡也是那么一个很小的包边啊。那要不要去用点这个抬高点杆尾啊，对吧？左塞的旋转，对，利用旋转啊，来把六号啊打进右侧中袋。直接拼底了，看样子啊。放松下来了。这确实啊，超分了，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十八局，戴勇大金手，比分100-74，谢谢。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既然这样的话，就表演下去了，是吧？我们把最后的两盘也同样你打的大金，把自己今天数据再往上再加一些。我觉得央帆今天可以怎么说？其实也不要想太多，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休息状况啊，对吧？体力这块好好恢复，包括身体目前，对吧？第49局，大勇吃消炎药，盯一盯，把身体状况调整好。应该我觉得他本身能力还是没有问题。这局面也可以，二号应该也没有挡，没有，非常好啊。哎呦，这个球真是啊，很微妙的一个位置关系。强行低杆了。踢薄的球啊，哎，踢下八号，二号中带够了，出效果了啊。这几个球也不难啊，而且现在杨帆既然已经是没有什么胜负上的一些可以多做考虑，也可以打再开放一点，这盘比如拿下，下盘看看有没有好局面啊，争取也打一个单机。九号掉了，带有好机会。两个人又是有点谦让啊，你夹啊，带口啊，稍稍有一些疏忽啊，就会打不进啊。哎呦，这个准。九局杨帆胜，比分76-100。马上就要到我们最后一盘啊，今天比赛最后一盘球了，第50盘球啊。戴勇这边是一个单场，现在已经100了，9大金2个小金，14捧胜啊，翻个10分。目前看大金数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比他平均值要高一些，是吧？对，他平均值差不多5.几这样的一个大金场。场均现在目前这场得分也不错，他跟杨帆他俩其实差不多，场均得分大概在80分左右，所以说能打到一个100，我觉得证明今天还可以。第50局，杨帆开球，看看冲球。干，球杆还稍稍有些低啊。对。
换左手了。其实杨帆左手可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不是说瞎打的，他左手可以的。啊，大力的薄球啊！再上来五号，如果有挡住的话呢，这边杨帆还可以去勾一杆啊。哎呀，漏球了。最后这一盘戴勇还有个小金机会啊，有黄一吗？这盘球啊，又来了杯盖啊，展示啊，展示，对，您这一盘杯盖也不瞎打，低杆呢，对吧？还有杆法啊，这个需要你的身体柔韧性是不错的。对，要我说啊，这么大年龄，40岁了，身体柔韧性还那么好。嗯，这手眼的搭配也需要特别。没错没错，要打那个点，而且还有白球下低杆。嗯、啊，这杆是啊打厚了。犯规。嗯，今儿也没打到犯规。又给对方一分101了。本场比赛结束，戴勇胜，比分103-76。感觉怎么说啊，今天我是这样感觉的啊，说的是感觉今天戴勇跟这个杨帆可能都没有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对对。然后呢在一个比赛过程中呢，就是好像像起伏了一样，那刚好有点像您说的，好，这边啊有一个环节失误了，然后就掉了。嗯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发力点啊，两个都是这样啊。到下半场呢，戴勇稍稍好了一点。嗯，那杨帆呢，像是我刚刚讲的啊，不是开球来好了一点，中间出现一个走位，哎，某一个球，要是开球不稳定，没有连接的机会啊。对，一直没有一个找很好的一个那个导火索的发力点、啊。对，其实两位选手呢，在往常的比赛呢，就是包括两人在顶峰的时候，也是需要每一场比赛有一个点来点燃、啊，就像点燃一样啊！今天两个人呢很平稳啊，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状态。嗯，不过不错，两个人的那个强大的这个心理表现啊，互相的遏制对方啊，都没有对，没有给什么太多机会给对方啊、嗯。这样呢，恭喜戴勇啊，这战胜杨帆啊，拿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分数啊。嗯，也希望呢杨帆通过今天的调整啊，明天怎么样面对这一个强大的苏炳杰啊？对，明天苏炳杰会比今天感觉给戴勇给他压力还要再大一些。对对对对、啊，看看杨帆啊能不能挺住明天这样激烈的比赛啊，我们拭目以待。嗯、好。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在下午2点为您奉献的是楚炳杰对杨帆，明天见，明天见。